来哦。咱全国乡亲时段，大家阿妈大家哥，我应该讲透早好，快收看。咱的透早一点到三点，咱的孔雀开屏的节目直播的哦。来，有闲的来给咱按赞哈，空中五九八一一三三。浪漫的街头，轻快的节奏，唱山走醉人醇酒。巴黎的诱惑，香榭大道传说，心情随着记忆起落。香水的迷惑，钻石的闪烁，哪个女孩能够逃脱？大道的尽头，爱人的诉说，凯旋门在永恒守候。我登上埃菲尔，抛开爱的困惑，在铁塔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河，我最尽情游走，想描绘。谢谢你哦，来，那你凌晨一点到三点的直播，我刚想，谢谢你。浪漫的街头，轻快的节奏，飘散着醉人醇酒。巴黎的诱惑，香榭大道传说，心情随着距离起落。香水的迷惑，钻石的闪烁，哪个女孩能够逃脱？爱人的诉说，凯旋门在永恒守候。我登上埃菲尔，抛开爱的困惑，在铁塔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河，我随心情游走，想描绘爱的自由。我登上埃菲尔，抛开爱的困惑，在铁塔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河，我随心情游走，让爱情重新来过。早呢，大家拢还袂困。来，咱来水果兄，各位来文斌兄，谢谢你哦。我登上埃菲尔，抛开爱的困惑，在铁塔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河，我随心情游走，想描绘爱的自由。我登上埃菲尔，抛开爱的困惑，在铁塔的顶峰，我越过塞纳。我随心情游走，让爱情重新来过。来，感谢我们的黄姐，谢谢。谢谢咱全国乡亲时段，大家晚安，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孔雀开屏。来哦，透早呢一点到三点的直播，哎呦，原来呢我哪有这么多呢？咱的好朋友拢还袂睡觉呢哦，非常的感谢。啊，通常哦，拢会讲呢，这个时间叫做呢暗公教时间，但是呢，我会甲大家报告安尼吼，咱这个时间叫做呢猫头鹰时间呐呢吼。嘿，有人讲呢啊，猫头鹰，猫头鹰的人拢无咧困的啊，对不对？啊，暗公教大家拢讲暗公教，迄足侪人咧讲的，对不对？嘿呀，啊无就是呢，人讲呢啊，这个蝙蝠时间，那种夜行者，人讲呢夜行性的动物，对不对？哦，来非常的感谢啦吼，阿妈非常的感恩，真的很开心啊！你哦，我拢想讲呢哦，做这个时间吼，人要看这个时间的好朋友吼，大部分哦拢是呢，人讲呢看缘分呐吼，真的是看缘分啊！你吼，没有想到呢，在今天呐，你吼这么多人上线，我真的受惊了啊！你吼。真正惊到安尼吼，真的拢安尼甲咱收听的，然后拢安尼甲咱收听的。好的，爱当讲呢，人讲新的开始，然后新的开始，当然了，有新的人讲呢，直播。哦，嘛要甲向很多咱遮好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啊，毋过呢，即摆上加关心的都是啥物货啦、安尼话啊，即个人讲海葵风台要来啊。哦，啊，即下当讲呢，我昨日报的时阵吼，即路径有无吼是往北去安尼吼。啊，毋过今仔日佫往南烧安尼吼，啊，听讲
听讲伊阁变甲愈肥啊，你敢知影安尼吼？较一工的时间食甲遮肥，要创啥货安尼？嘿，啊阁兼六点半呢吼？是安怎讲六点半本来是安尼吼，爬起哩安尼吼，啊即马怎安尼？载落来，敢知影六点半啊，当海啦安尼，哦，真的安尼吼。结果呢，即摆吼已经呢，八个县市已经宣布安尼吼停班停课，所以吼咱遮好朋友安尼注意一下，注意。虽然哦，明天就是礼拜天了，对不对？哦，有真侪吼，人讲呐，总讲吼有固定的啦吼，固定人讲来工厂，就是呢，也是讲呢公司，哦，那总讲周休二日的拢放拜六甲礼拜，当然是无改掉。啊，毋过有一寡呢，人讲服务业。哦，服务业吼、哦、都有影响啊哦，吼、哦，譬如讲呢，咱的手摇椅，吼、哦，手摇椅嘛，这是服务业嘛，吼、哦，啊，搁呢像诶宝叉嘿有无吼，啊、哦、是讲呢，迄落卖叉有无吼，迄、哦、拢呢会当讲呢，迄无咧周休二日诶，吼、哦，迄拢无咧周休二日，啊，所以会当讲哦，明天就是呢，人讲呢停班停课，有诶吼、哦，管区已经宣布啊吼、哦、停班停课，啊，有诶妈妈讲呢，安尼看到嘿，七月时安尼看到嘿，啊是看到啥咧吼？真正啦，啊，就是安那，你敢知影？就是讲话啊，无风无雨咧，放什么假呢？其实吼，这个真诶，暴风雨前的宁静呐。听讲明仔载安尼吼，会正咧风吼会透足大。对啦，这个雨嘛落足粗诶，所以吼，确定安尼新闻第一则，就要甲咱大家报告吼、哦，这是两点进前吼，咱这风台诶人讲这动向。哦，这个动向哦，啊，当然会当讲哦，连续有几落天哦，吼，三四天吼会偏大雨。哦，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啊，尤其是吼，咱这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啊，恁吼，恁若准讲吼，这个风台天要出门的时阵，真的要小心一下。哦，恁若有骑车啦，有开车的朋友，哦，恁就是爱小心。啊，上主要哦，恁的鞋爱有自发的用，公用。哦，为什么爱有迄个自发的功用？因为足够粗的诶。我今仔日吼，迄天啊吼，迄天落雨的时阵，哦，我就先嘛吼去骨倒伫个呢小船的头前安尼吼，哎呦，丢脸死了，真正劈腿呢，你敢知影？踢腿，你敢能叫么踢腿？安尼呢？哦啊，所以吼，咱这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恁的鞋啊，哦，真正要注意一下安尼吼，啊，无一个万不能吼，无注意。哦、真的，如果人讲一个无注意吼，叫骨折，吼、哦，啊，佮加上咱家己的骨头吼，毋是讲介好滴的，会做容易吼发生意外，吼、哦，啊，先伫遮来甲咱做提醒，吼、哦，啊，当然即阵仔吼，大家烦恼的就是甚物货，吼、哦，民生问题，迄风台阿袂来吼，听讲一粒高丽菜就涨几啊箍啊，你敢知影？啊，无咱毋免食高丽菜啊，对毋对？咱食白米的煞袂使，哦，啊，讲咧白灵啊菜，讲咧起甲百几箍一斤咧。哎呦，这敢食会落？哟，这敢食会落安尼吼？啊，所以吼，伫遮啦吼，来甲咱来先甲咱报告。哦啊，后礼拜一咯吼，后礼拜一吼，咱的中油有来甲咱宣布，吼、哦、油要起价啊。哦啊，所以呢，先甲大家吼报告吼，即个民生问题啦吼，即个民生问题。后来啊，先甲大家预告哦吼，先甲大家预告，来咱今仔日的节目吼，有咱的人讲的世界奇妙。哦，真侪阿母阿公咧，你咧报迄新闻咧，啊，你咧报迄落块生命诶代志，迄寺庙诶代志吼，真精彩啊咧吼。啊，所以吼，我嘛是讲吼，啊，有两寡时间，吼，有两寡时间吼，啊，咱着甲报一下吼。今仔要甲咱介绍是呢，千年诶古庙哦。哦，2020年到即阵啊，吼，2023年已经咧1003年，吼、哦，啊，即伫咧辽宁，吼、哦，中国的辽宁的奉国寺，啊、哦，即间庙无简单，我讲真经的吼，真正是无简单，吼、哦，确定啊来甲咱大家做一个好好啊来甲咱做一个介绍。哦，好好来甲咱做，即个当讲足侪人去朝圣哦，包括吼、哦、咱的星云大师。哦，虽然哦，咱的星云大师吼、哦、已经圆寂啊，有无？啊，毋过吼，伊伫在生的时阵吼，伊捌去奉国寺朝圣，吼、哦、啊，所以呢，咱这个奉国寺是无简单的，人讲一个历史文物啦。你要讲伊历史文物嘛是会使，你要讲伊是历史遗产嘛是会使，所以吼、哦，真有迄个可看性啦，吼、哦。啊，做阵妈妈讲呢，啊，我食到这个会所啊，吼，我脚头较无力啦，吼，我都无法度通啊个出国啊。哦，啊，其实呢，有足侪所在，哦，真的很漂亮。
哦，不是单的中国娘娘，很多还有不丹呐、啊，不丹有一间庙嘛，足水的。所以吼、哦，会当讲哦，阿平啊吼，带咱大家吼，会当讲来给咱看一寡吼，人讲呢哦，历史文物，吼、哦、一寡历史文物，吼、哦、咱惊未到的，吼、哦，会当讲咱惊未到，啊，咱先甲看一下嘛，对不对？吼、哦，看因的风景啦、啊，看因的建筑物都很好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当讲今日要给咱做一个介绍，喏、哦，啊，搁再来就是呢，咱的命运的青红灯。哦，命运的青红灯吼，今仔日要甲咱报哦吼，中元节过了后吼，三个生肖财运是旺相加旺啦，哦，财神的吉星吼，要甲咱庇佑，予你的钱路大开，咚咚咚三个生肖哈，到底有对三个生肖，今仔较甲大家好好啊奉上一下，安尼好唔好？好啦，啊恁来吼，恁来迄种迄落迄落目睭吼，爱天也开，你敢知影？啊，恁若天未开安尼吼，恁有迄个需求啦吼，哦，恁若准讲有甲我定岗助文吼，啊，你若讲了，啊，平啊，你主持迄个时间，透早即个时间吼，我拢吼，迄个目睭皮拢一直盖落来，我会付，恁甲我讲，恁若有迄个需求安尼啦吼，我就会教恁这哈，教恁这业务，吼，啊，甲业务起哩，有无？吼，业务起哩，有无？吼。安尼，嘿，你今日出听啊，靠哟！好来，啊，甲大家报告安尼吼。好来，啊，今仔这部真精彩吼，咱就先来甲咱报一个啊。迄种迄落新闻嘞吼，报一下新闻来。来，阿平阿妹来报新闻咯吼。来，凌晨一点到三点，咱先来报一下新闻。哦，用这袂歹看嘞吼，这字真大坑嘞。好来，来报一下新闻吼。啊，咱先来关心吼，就是这海葵台风啦。哦，这下当讲嘞，在11:40哦，所发布的赖虎的哦，赖虎赖虎吼，赖虎的哦，要甲大家报告安尼吼。这海葵台风嘞，到底吼，这个风台，听讲啦吼，伊是拢。龙王转世啦，龙王转世吼，啊，所以吼，会当讲吼，大家吼，甲封作吼，伊是龙王转世，啊，到底伊的路径吼，到底即卖是要安怎行吼，咱先甲看一下哈，咱看一下来。预朝台湾接近，预计明后两天会是它的风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气象局依然提醒大家，可以利用今天还影响风雨、影响不明显的时机，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我们首先看到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天下午2点，海葵台风的位置来到了鹅銮鼻东方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一段时间也持续的向西前进，预计未来仍然是以持续偏西的方向往台湾接近。因此，在下午2点，我们的海上警戒区域依然包括了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而陆上警戒区域也随着时间的前进，除了我们早上已经增加的花莲跟台东之外，在下午2点半也新增了南投、嘉义、高雄以及屏东地区，都是在我们陆上警戒的范围。对，中南部的午后雷阵雨其实仍然可能出现局部的比较大的雨势，而这样子的降雨在入夜之后会逐渐的减缓，但是。所以今麦无风无雨的原因就是安尼。在入夜之后会渐渐的增加。今天晚上、明天清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莲地区降雨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多。到了明天的白天，哦，明仔载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我们在中央山脉、高山地区比较靠近东半部的山林线，都要严防强降雨的影响。要注意明天整个东半部的降雨可能是强烈而且持续的。有机会来到豪雨或是豪雨以上的等级，哦，明仔载哦，东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注意一下哦。而到了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之后，随着台风中心通过台湾上空，南部的降雨也会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逐渐的增加。最后我们要总结提醒大家，随着台风的接近，今天晚上开始，东半部的雨势就会逐渐增大。而同时台湾沿海的风浪也都是在渐渐转大的，在今天一直到明天，其实包括甚至到后天这段时间，尽量是避免从事海上的活动。而台风在礼拜日、礼拜一是侵袭台湾风雨最明显的时候，同时也要提醒，因为今明两天还是适逢大潮期间，在低洼地区涨潮的时候会有比较不容易排水的现象，也请在尤其西半部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朋友特别留意。最后也要提醒大家，由于这个台风它所在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它的路径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尤其是台风的中心在通过台湾之后，后期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加上台风的结构可能会受到我们地形影响或破坏，所以后续的变数会比较大。那我们在整个防台的心态上，主要就是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并且多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好，啊，咱现在就是知道，就是呢，今天开始，啊，到呢，明仔载，会当讲可能，今天啦，初三嘛，初三，咱的风啦，甲雨，会较大。哦，啊，所以咱家阿爸母啊，密切的注意哦，啊，伊即马要安那行，佫唔知影，啊，不过即马已经吼，八个县市啦，已经呢宣布啊，已经停班停课，因为吼，即个风台佮进前迄个苏拉啦，伊的路径较无啥相像，你敢知？伊较沙无障，伊较沙无障啊，啊，苏拉吼，伊较沙有障，啊，所以吼，即马咱就是爱注意哈，注意即个风台带来，互咱呢，偌济雨，还是偌济伤害。大家密切的注意，密切的注意。好啦，第二个吼，人讲第二个新闻，甲大家报告哈。你若准讲账户内底加钱吼，你若免伤痛，你敢知影？注意一下哈，你若吼去入铺啊，即个账户内底吼，若有加钱的话吼，拜托一下吼，一定爱先联络着银行。为什么？因为吼，你若无联络银行，为什么无迄落吼平白无故讲吼要加钱互你的，无可能呐！你爱小心你的账户，可能哦，已经去用当作呢诈骗的人头户啊哈！这个当讲呢发生伫个呢台中市北屯区一个细只的查某人伊发觉讲呢家己的账户呢一夜之间安尼吼，刷加三笔的，人讲呢，即个汇款入来，你敢知道？款项入来安尼吼，总金额高达偌济？你敢知道？20万哦，伊以为哦，伊伫以为讲啊，可能吼人汇唔到钱，结果呢，伊就一通电话，卡电话去到银行来甲做询问，结果呢，银行甲告知讲呢，即个女主的咱即个账号，即个姓贾女，即个女子安尼吼，伊的账号，伊讲你有可能你的账号已经被去用当作呢，是一种呢诈骗的人头账户。即阵即个查囡仔吼，煞一直回想起来，发现讲呢，无偌久的时阵伊煞无细腻吼，甲即个账号、即个资料吼外流出去啦，可能去用盗用去，最后是透过呢银行通知着呢，就是迄个汇款呐，对方汇款，对方汇款迄个呢姓江，江姓女子安尼吼，落尾手卡甲这20万先予迄个姓江的女主，所以吼，阿爸阿母啊，恁若发觉讲吼，恁去洗盘仔的时阵吼，恁的账号，若准讲加钱的时阵，恁嘛免伤痛，讲的动作呢已经赚到啊。我讲迄落尾手拢赚会到的，咱先来看这阵新闻，我甲伊报告讲吼，迄严重性伫单位，来咱看一下哦。谢小姐的存折里一夜多了20万，她这三笔不晓得是谁转给她的，可不可以协助说就是联络看看这个账户的所有人？警方到银行也觉得怪怪的，谢姓女子的账户突然多了三笔汇款，金额20万，原警要银行帮忙通知汇款人江小姐。你跟他们做确认说他们有没有要，他们这笔钱为什么要转给这个人，是不是转错了？警方也询问谢小姐，请她回想是不是账户有外流，她才说几天前曾汇款8000元给在网络上的男网友，事后还拍下存折封面给她，怀疑银行账号已经被当成人头账户了。男网友啊，那你们给我赔你呢？为什么他要叫你转8000块？账户疑似被当成人头户，那多出来的20万呢？原来是另外一名江小姐掉入诈欺集团投资房地产的圈套，惨被骗20万，但还好被谢小姐发现，联络归还。陌生的爱情诈骗与投资诈骗不可轻信，账户收到来路不明的款项，要查明清楚，不义之财不可取。小心查证汇款来源，才不会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份子。网络诈骗多，银行账户突然多了钱，也别开心太早，很有可能是被骗，惨沦人头账户。好，安尼怎样哈？所以呢，这个细只的女主安尼吼，伊嘛是强骗你啊，叫男查甫的网友有无吼？叫伊汇款8000块，你怎知影？
哦啊，所以家己本身伊嘛去用骗伊啊，哦啊，所以呢，这个网络吼，即摆吼，这诈骗的足济，哦啊，所以吼，阿爸阿母啊，吼。他昨晚呢，哦，咱的警察嘛咧讲吼，爱情的诈骗呐，吼，较早无拢叫军官啦，吼，我要送你什么物件，啊，你先汇钱过来，安尼吼，啊，我把这物件吼，我甲摕予你，爱拢老梗呐，吼，爱拢老梗呐，吼，啊，无就是呐，招你来投资，有无？天哪，敢无遮尼啊好康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哦，你若总讲账号，若总讲有加钱哦。尽管着吼，你无咧犯罪事实，吼，只不过吼，吼迄落咧，人讲咧诈骗集团吼，甲你误导，吼，提供家己的账号，啊，有可能咧会涉嫌啊呐。人讲咧依照着吼，即个法律，吼，诶，刑法第339条，欺啊不，诈欺背信，吼，啊，搁咧动利罪，吼，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搁呢罚金500,000以下哈。所以阿爸阿母，恁来注意吼，恁、哦、的账号呐提供予诈骗集团，恁若去用脏掉吼，会去用处呢5等以下，吼、哦，啊罚金是500,000以下哈。所以恁来注意一下哈，恁吼，你的账号内底呐总共有加钱，你着第一个时间爱报警察啦。安尼知影吼，好啊，直接来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啦，吼。好来，第二章新闻啊，第三章新闻，第三章新闻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呢吼，恁有外久无迄落大，迄落大便当甲小便当啊呢吼？来，会当讲呢，即毕节吼，已经呢摇身变作呢，人讲呢新的国民疾病，吼新的哦。哦，会当讲咧，即摆吼面对的就是安那高工时，啥物叫做高工时？即摆吼动不动就是咧12点钟诶，有无？超时啊，人讲超时啊。哦，啊，搁咧高竞争、高压力，哦，三高，吼，诶，工作环境，哦，啊，加上咧，人讲咧饮食、作息搁无正常，三顿来食拢无正常啦。哦，啊，会当讲咧，真侪人吼拢不知不觉安尼吼，互即个。闭结，甲你找伫你的身躯顶。根据着调查啦，吼，全台有超过呢525,000人受到闭结之苦，吼啊，而且呢，闭结用药嘛，成长真快速，已经量过啥物货安眠药啊。进前呢，安眠药吼，讲一当食9粒对不对？吼，来甲你报告一下安尼吼。下当唔系食9,000几粒啊，啊吼9,000,000哦吼，啊即马安尼吼，咱即个闭结的药啊，安尼吼已经量过安眠药啊哈。下当讲呢，一当至少吼爱吞2亿外，吼2亿外的闭结的药啊。所以呢，下当讲吼，即马吼，咱个哦胃肠科吼医生吼嘛咧提来甲咱做呼吁，吼大家脑子的困扰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吼、哦，你毋茫去使用着迄种咧，人讲咧迄个闭结的药啊，吼、哦，再用久安尼吼会出问题。咱来看医生安怎讲哈。空气就表示是有点胀气啊。哦，碰风。啊，你看这里比较实质就没有东西。敲敲腹部，用声音判别有没有宿便或胀气、哦，必要时再进一步从肛门观察。抗医师一天的门诊，几乎有20多位都有便秘的困扰、啊，甚至可以说这是新国民疾病。一般是指一个礼拜小于2次上厕所，或超过3天才上。你每次上厕所都要超过30分钟，这也叫便秘。嗯，就说要蹲马桶蹲很久，或是很用力去解，甚至解不干净，解完还想再解。哦，解不干净。便秘是肠道健康的指标不仅容易出现口臭、失眠、皮肤变差等困扰，如果轻忽症状，后续更可能引发肠胃发炎、肛肠病等等。而一般常见的便秘多属于大肠激躁症，是因为压力、情绪郁闷、生活习惯所造成，可能会连续3天便秘。但如果超过3天，甚至到5天以上，就必须进一步检查是否出现大肠无力症。大肠无力症就是说，不管你吃什么，你运动、饮食。甚至增加药物，他都没有帮忙哦，都没帮忙，他就是神经元过少，到最后可能会建议就是要开刀，把整条大肠拿掉。卫福部保健署统计，便秘常用的缓泻剂名列国人最常用的药物前5名，平均一年可以吃掉1亿7000万颗，甚至比安眠药用量还大。不管是说来药房自己买一般成药的，或者说到医院去开连续处方签开便秘药的人，这种人非常非常多，而且甚至年龄层也下降很多。对，那以前吃便秘药都是只要是有需要的时候吃。
那现在变成是说要连续每一天都要持续的吃，包含芦荟、番泻叶、大黄等等成分的泻剂，都是靠着刺激大肠壁治疗便秘。但如果长期过度依赖，恐怕出现反效果。比如说你一天可能只吃一颗，但是你吃久的时候，可能要变要吃两颗，甚至到四颗，到后面可能要变八颗。对啊，等到吃到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肠胃蠕动几乎基本上是零了。对，你肠胃它已经不会自己动了，它一定要依靠那些药物来刺激它。哦，安尼知影吼，所以阿爸阿母也知哦吼，你若总讲迄个避忌的药啊，你吼，还是讲迄个下药啊，吼，哎，用久哦，他做医生嘛有讲有无吼，造成什么货？你的肠胃蠕动，吼，已经嘞，迄个机能、迄个功能已经无啊，吼，已经无啊，所以爱规则加起来。所以我之前吼，我之前有那个伫个那健康的单元有甲咱大家做一个报告，有无？你若总讲常常咧用迄种咧，若讲咧避忌的药啊，吼，你规个大肠拢爱加起来啦。吼，阮朋友就是安尼，吼，伊就加一扎拉起来，啊，加一扎拉起来了后吼，伊怎咧一直粘连，你敢知影？怎连连做一伙？啊，不三时就爱去开刀，因为肠啊就连做伙，你就爱去开刀啊啦，吼。啊，所以咱尽量卖互这个避忌。吼、哦，去找伫咱的身躯顶。啊，其实你若准讲吼，条条这避忌的方式的话吼，其实我拢建议啊呐，就是咱的肠道菌较无好啊，吼、哦，肠道菌较无好啊，你会当多吃益生菌哈、啊，益生菌啊来甲做调理，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安呐，你若准讲哦，吼、哦，你如果啦吼，迄、哦、是呢要培养你的人讲这肠道的菌。吼、哦，啊，不过呢，你若总讲要较快速的有无吼？今仔日我就要甲你报告啊，一项好物件，啊，所以你确定啊好啊看，吼、哦，你好啊看，这嘛是呢，真侪医生公认的上好的、上天然的，吼、哦，啊，确定啊，甲大家报告。好啦，啊，即摆吼，咱特别来吼，人讲来互动啊呢，吼、哦，来，咱即摆新闻要互动，来上线互动，咱特别抽168抵用金，吼、哦，啊，若有开奖得奖吼，咱就爱回拨转来，啊，若无得奖呢，逐个月初五二十，咱就要抽大奖，哎，初五要到啊呢，今仔日吼，初二啊呢，吼、哦，啊，所以呢，咱伫个呢拜二的时阵，吼、哦，拜二的时阵就要抽大奖啊，对不对？开不开心？开心啦、啊、吼！好来，啊，咱茶包伫遮吼，互你一杯乌咖啡，你敢袂打加糖，还是打加奶精？吼，还是奶球，还是啥物拢无加？还是呢，我无想要啉乌咖啡。来，电话甲卡起来哈，5986111的电话，5986111的电话，来拢卡起来，拢卡起来哦吼。都给他打上来，打上来，来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起来哈。其实吼，足侪咱的阿爸阿母啊吼，你拢知影讲咧，啉乌咖啡真好，对身体就好。但是有诶吼，会去加糖，啊有诶去加奶精，有无？吼，足侪啦，真的很多。来，咱电话甲卡起来哦。喂，你好，来，我咧黄姐第一名，你第一名呢？今仔日可能打你卡尔尔嘿。嘿，今仔日你拄啊吼来钓168拢免抽啊吼，我赞嘞，哟，拄啊你乌咖啡哦，嘿，乌咖啡你啊，我唔免炒啊，啥物我著按我著按炒就食啊。哦，你等你拢食清的就对啦啦吼。哦，食清的袂歹呢，所以你嘛无加糖嘛无加奶精啦吼。对啊，对啊，对啊。哦，安尼袂歹呢。我食偌济去啊。哦，你食偌济去啊吼？啊，阮、嗯、啊好啉无啦？啊，今仔做我食咖啡，足奇怪。安尼吼，食咖啡好啊，对身体好啊，吼。有。啊，我时间搁困去啊，搁时间搁退来。安尼哦，非常的感谢啦，阿娘，阮只大姐。啊，阿姐也未看你的节目了，爱困未去啦。啊，安尼哦，安尼哦，够感恩呢，哦，娘喂。我落雨，人就较无人啊，吼。啊哈，对，啊，无要紧啦，嘿啊，我甲你讲哦，那要拢清困咧。你啦，你若要看一点三点的，我感觉拢是随缘啊啦，吼，拢是缘分啦，你敢知影？拢缘分啦，缘分啦，哟。安尼只拍平，安落雨点子你也来个呢？袂啦，啊，即摆外口有落雨。我才小看咧啊。哦，小看无要紧啦，嘿啊，我要失。啊，无风无雨，啥个会讲浪海啊？我要失身的咧，你敢知影？我都想要失身的，你敢知？师生就是生，啊，大家拢请假咧，拢讲明仔载无爱来咧，安尼啊。哎，明仔载停班停课啦，系啊。啊，无啊，你做工课嘛，拢无爱做啊咧，拢停课咧。无停课啊，即摆已经台南市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啊。
我不听动静啊。有有有，不要紧啊，你多赚着一工啊，对不对？你梦来上好啦，好啊，你个个了等下再晒哦。哦，好，谢谢你哦，哈，谢谢，感恩来。来，阿哥来接哈。喂，阿娘，喂啊，这我那坚强的女性来，稳定了嘛来啊。你这要做开五二五，五二五。哎呀，我若较早报，你就对啊吼。诶，毕节525,000人毕节，今仔几跌啊买？啊，你唔好早讲诶，吼，我等。啊，等等来啊。哈。人家我早等等来。安尼哦，你啊看我赞我友好就好安尼吼。也开，我早等我会再开再吃。你看啊，你我未困啊，休啦，休啦，啊，我特别看男频的电视，那个别困你休，休啦，来，今朝你咧报啊，我今朝甲看讲，要是不你今仔只毒啊，哈，你阿妈早讲啊，啊，我昨昏加片啊吼，拄啊1122，你敢知影？今仔拄啊开两号啦，会断啦，啊，你我今仔要拄开5,2,5，休休休。来来来，啊，给你一杯乌咖啡，你会加糖袂？搁加？对啦，我拢食无糖的啦。哦，你拢食？诶，食无糖的啦。食顺的就对啊啦，吼。哦。哦好，啊，甲食顺的哈。对。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哦，吼，写起来哦，吼。好，感谢阮定了，嗯嘛，安尼吼，坚强的女性。来，阮三蕊花来啊，来，阮阿华吼，阮阿华已经困一醒起来，甲我。做啊，这暗的都欠死。啥物？今透早尔，你讲遮晚？哎，透早呢，即摆是透早，透早。哦，透早点外就透早。你透，你毋捌听过一条歌呢？透早就出门，对不对？嘿呀。对对。天光啊。啊，等就对了。对对，唔咧，我阿华讲伊个吼，先困一醒，开来跟我拼。我要跟伊拼就对，咩我看像赢像输吼。有有有，来阿华，互你呢一杯乌咖啡，你会安怎样？心情较好啊！我是讲你会加糖袂？你目睭爱累累啦，叶仔互你来。加糖我袂，我袂。哦，啊无奶精嘞。我要食顺的。哦，你要食顺的，顺的较好啦，吼。系啊。好好好，顺的上好啦，吼。啊，现在无爱加糖。啊。现在无爱加糖。我袂。袂吼。你要搁摕夹仔来夹目睭后面啊？免啦，免啦，免你哟。免啦。啊无，我搁有大机的呢，你要大机的无？免。啊，大机的。唔免你，好好好，感谢我阿华哈，好来，好来，喂，你好来，我俊哥哥嘛还袂困呢吼，你困一醒起来，啊，那恁拢困一醒起来，跟我拼就对啊啦吼，来，我搁唱一下歌给你听，透早就出门，来，啊，那给你一杯乌咖啡，你会加啊？哈？加糖啊？你会加糖哦？为什么呢？啊，从较早有这习惯啦。哦，你都有这习惯啦，吼，其实也可以呢，吼，但是不要太多啦。对啊。对啦，真的不要太多。啊，人讲啊，你若是讲乌咖啡里边的，你要加啦，吼，我拢建议讲吼，大家去加鲜奶，加鲜奶，嘿，加鲜奶哦，系啊。吼，啊，莫加这种的奶精啦、跟奶球，因为内底拢是反式脂肪。破耗源，嘿嘿，对对对，其实它里面没有奶哦，吼，嗯，系呀、啊，好，啊，甲你写起来哈，俊哥哥，谢谢你哦，吼，这个时间甲阮收看，好，谢谢，感恩哦，吼，好，啊，甲你写起来，吼，来哦，吼，阿爸阿母啊，呢吼，其实呢，乌咖啡对咱身体足好，吼，啊，其实然后你要来加糖，你要加呢奶精，我是较无建议讲吼加奶精，为什么？因为伊内底是反式脂肪。哦，迄对咱身体无好。你若真正讲吼要加，吼、哦、咱就是加鲜奶，吼、哦、加鲜奶。但是要阁教恁一个方式哦。你若准讲吼迄个鲜奶有无吼、哦？你顶面，吼、哦、咱去拣牛奶的话吼，伊顶面若写牛乳，迄毋是鲜奶哈。安尼听有吼？伊若讲咧调味乳，迄嘛毋是鲜奶，一定爱有鲜奶两字。迄个是呢，人讲鲜奶，安尼知影吼？好，啊，伫遮呢，甲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安尼吼。有你敢知影为虾米？因为阮家有一个，我就甲伊讲吼，一个吼卫生股长吼，伊进前吼，我拢会去买迄种呢，人讲呢，哦，迄种牛奶，伊讲
这里面也没有鲜奶，你买这个干什么？阿雷啦，哈，我讲哦，长知识了，哈，已经呢生知识出来啊，阿你怎样哈？后来，哎，当讲呢，今仔日阿你哈，咱的迄种呢新闻哈互动呢到这呢哈五分钟啊，然后非常的感谢哈，非常的感谢。后来，阿咱今晚好特别来拍拼嘞哈，真正哈真的要来打拼一下哈。来，哎，当讲呢今晚哈凌晨的一点。好、哦，咱就开始要来拍拼，拍拼什么货？哦，要来给咱介绍好物件。哦，啊，这是呢，法国原厂进口的哈、啊，这真正是呢，到底的正宗的法国进口的。为什么呢？我一开场吼，像迄个香榭大道，安尼就知影意思啊，安尼吼。好，来，爱当讲介绍这好物件，对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哦、非常的好，所以阿爸阿母啊，你吼，你平常时啊咧营养啦，食较无济，吼、哦，啊是讲咧，哦，较无水的济，吼、哦，你拢会当来挖课济哈，爱当讲要来甲咱品啊，你吼，到过一支扛棒的，要来甲咱加油的，咱只阿爸阿母啊，你吼，咱0800006750的电话，咱就甲卡落去哦，吼、哦，甲卡落去，来，来甲咱进攻过来，谢谢。黑枣的营养价值很高，如果把黑枣果实烘干，它的营养还存在吗？你可能认为烘干的黑枣果实营养也被蒸发了，事实恰恰相反，烘干的黑枣果实其实保留了完整的营养素。早在数十年前，日本三级机构研究人员便已经发现黑枣含有极高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进而对黑枣进行许多深入的研究。在蔬果中，黑枣的抗氧化物质就达5770个抗氧单位，远远超越了葡萄、菠菜等蔬果，能有效延缓人体老化，改善肤质，保护细胞，清除自由基，预防癌症等。纯浓缩黑枣精华，万里挑一，被日本宇航机构加特选为太空食品，是太空人也服用来保持魄力和专注力的保健食品。大哥大姐吼，咱全国相亲时段，今仔日呢，透早南平就是要甲咱介绍这乌枣啦。哦，啊，其实呢，你若做讲呢，伊呢，即马人讲营养学来讲啊，然后乌枣其实呢，伊是算呢天然的维综合维他命。哦，啊，你若做讲呢，伫个呢中药的医典内底，吼、哦，大家拢讲伊是乌神丹呐、啊。哦，啊，所以呢，内底有一句话叫做呢，一日四黑枣，吼、哦，医生不来找啦。哦，啊，黄帝咧经内底毛咧讲哦，吼、哦，枣，吼、哦，即、这个枣，吼、哦，伊会当咧益气养肝，补血养颜呐。因为你血呐足的话，吼、哦，咱的面吼、哦，就自然的红光赤气啦，吼、哦，啊，佫会当甲你补肾，吼、哦，你若肾水八足的话，有无人的精神会好啦，吼、哦，而且会甲你降血压，吼、哦，啊，佫会当甲你安神，佫会当甲你壮阳。哦、尤其是查甫人吼，人讲咧肾水爱八足，肾阳爱八足，安尼怎样吼？所以也当咧治虚劳损之功效哦。啊，当讲咧，即卖已经研究起来，乌枣内底有真侪咧，人讲即营养素，伊内底有即矿物质，人讲即钾啦，哦，即钾呢，对于咱的质量。
哦，咱讲的心肝宝贝质量，哦，咱的隐忍最重要的，所以也当来调解掉咱的血压，和咱的血压会当平稳，较袂安尼关关格格。哦，啊，内底佫有果胶，即、這个果胶会当和咱创啥降降迄种胆固醇呐、啊。哦，降胆固醇。哦，你若准讲呢，哦，减少迄个红字的有无？吼、哦，胆固醇上悬的，即咱乌做尽量甲食哈。啊，过来呢，伊会当预防着结石啊。哦，咱上惊的是啥物货？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哦，迄足痛。哦，啊，乌做呢，咱就甲食。哦，啊，佮再来就是膳食纤维啦，吼、哦，啊，佮三磷醇啦、啊、绿原酸啦、啊、抗氧化，啊，爸母啊，抗氧化有无吼、哦？是所有蔬菜、水果内底吼，伊上介管的，吼、哦，伊上介管的，吼、哦，啊，而且伊可以当解便秘。你若准讲伫咧嗯嗯袂出来的济啦，吼、哦，哦，三工啦、啊、两工啦、啊，啊，爸母啊，你唔通去挖去，迄人讲的迄个下药啊，吼、哦，食久都无功能啊，吼、哦，知无？咱会当来食一个黑枣，吼、哦，啊，佮再来内底有呢有迄个钙，吼、哦，钙会当互咱预防呢骨质疏松，啊，内底毛呢呢维他命，伊会当提悬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我若提悬起来，咱就较袂去感冒，尤其是即马病毒够济，对无 ？A 型流感、B 型流感，即马佫来一个长病毒啊，娘话啊，真正有影。所以呢，咱会当靠呢咱这乌枣，吼、哦，加减啊来甲做补充，吼、哦，啊，内底佫有铁。吼、哦，铁要创啥？互咱补血啦。咱血若涨吼，咱自然咱面吼就会红光赤赤，会水啦，会水啦，吼、哦。那爱会当讲呢，哦，到底呢，咱这乌枣到底要哪补充？来，咱来甲敬下，咱来也敬黑枣补金。为什么呢？要敬这黑枣补金？为什么？因为是浓缩的，吼、哦。你若讲干头要安尼一粒啊一粒啊吃呢吼，哎，营养素无够，所以呢，咱来甲咱敬。经这个法国原厂进口的哈，正港的哦，哦，啊，搁咧经过着这个精粹技术，哦，伊会当完整把这个乌枣内底全部的营养素拢给锁起来，锁起来唔开当提供给人，对不对？啊，来经过三杯浓缩了后，所以阿爸阿母啊，所以吼、哦，你不要小看安尼吼，一支加四支，吼、哦，咱这条浓缩的。乌枣补精是用一斤的乌枣来做的哦，所以你若食一条吼，即浓缩的黑枣补精，等于你已经食一斤的乌枣啊，安尼知影吼？啊，而且你也看哦，吼，我是三杯浓缩，这一条乌枣补精胜过恁食三十粒的 B 群。阿爸阿母啊，恁 B 群敢有摘掉食三十粒？吼，你唔免讲抢到三十粒，你若食到十粒的话吼，你放着就黄好好啊啦。哦，啊，而且呢，你的皮肤会黄撇撇，哦，而且内底佫会解结石，哦，啊，所以呢，会当讲呢，咱来食一条，吼，咱这乌枣补精，顶起哦，会当讲胜过食二十粒的综合维他命，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咱有这种，吼、哦，咱讲呢，这个天然的，吼、哦，这种呢，好食的，吼、哦，啊，佮天然的，咱干嘛去食一种化学合成的啦，哦，之前新闻嘛，甲恁报告，这。化学合成的会造成什么会？会造成咱身体无好，吼、哦、啊！所以呢，人讲呢，咱这条真正是物超所值的，吼、哦。为什么我讲物超所值？等于是呢，你食这条，等于是已经食一斤的乌枣同款啦，吼、哦。啊，你若准讲全素，有咧食全素的好朋友，你会当来食哈，你会当来给咱做使用。啊，而且要嘛要给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哦，尤其是全素的好朋友更加爱来食咱的乌枣补精哈。为什么？因为恁的营养素大部分拢是人讲咧摄取量无够的哦。啊，唔是讲咧产品，而且讲咧哦，这乌枣补精偌好。其实有真侪阿爸阿母啊吼，食过了后，大家耳朵该会得志。咱即摆来听咱只阿爸阿母啊安那讲来。小兰姐，乌枣补精都好啊，还佫会补血啊，对咱身体真好啊。即法国进口啊，也即较好啊，食了佫较有元气啊，补充咱体力啊，即足好啦。即乌枣吼，真正袂歹啊，佫好食呢。金老姐你好，乌枣补精捌食过无？有啊，我都买啊，我拢泡牛奶啦，食了足好个，食了安尼人较袂疲劳。张大姐，即真好啦，即若鱼贵无好食嘛真好，固筋骨啦，补气力啦。即若寒天食食拢唔惊寒，要食佫较利便，提起就当食。
莲姐你好。吃这个有膳食纤维，还可以补血，吃这个补身体就很好，就是了吧。锦凤姐你好。这耳朵波筋哦，我有加呢，加了没卖啦，可以当养颜美容的。秀满姐你好。耳朵波筋好啊，好高兴好，更加好啊，加补血啊，阿袂头晕麻阿妈。陈小姐你好。哎，食都好食，感觉无够，准备搁食第二条。好，都好食，口感都好个呀，阿佫有营养啊，补血啊，我都较好啦。来哦，阿爸阿母啊，吼，就是咱家阿爸阿母啊，吼，照学落的，就是这客啊啦，吼，法国原厂进口的哈，三杯浓缩，咱的黑藻补精，啊，这一客啊内底吼有十条，吼有十条哈，有十条，吼，啊，会当讲呢，这一客啊，你若准讲呢，为法国入卖。哦，咱这原价就是1580哈，1580块，哦，1580块钱，哦，啊，当然今仔日咱要优惠给咱的会员朋友，哦，咱就是呢，安尼一克啊，1290就好，1290，哦，啊，当然阿爸阿母啊，恁只要呢电话卡起来，只要打上线哦，来一克啊，给阮头家开哈，买一我们再送一，来会员价1290，来1000。290块，两客啊，买一送一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你若准讲呢，哦，咱这新朋友，你若还袂食过，你会当尝试一下，哦，你会当尝试一下。啊，当然阿爸阿母啊讲呢，啊，这一客啊，我真正无够，哦，我也要食，阮新妇也要食，阮祖囝也要食，阮囝婿也要食，阮后生也要食，规家伙啊，吼，拢会当讲来甲恁做保养。有妈妈讲呢，甲阮提议讲呢，啊，我敢会当买两组哈，吼，两。做就是两克啊，吼，来两盒，吼，咱若准讲两克啊的话，吼，咱就是买二，一定是送二的嘛，吼，咱这数学都有结果，买二送二哈。会当讲吼阿爸阿母啊，但是今仔一定要互恁做好康的，为什么？哦，表示阮的心意，哦，一定要予咱阿爸阿母啊，大家呢保养甲吼，大家呢身体拢真好。来，你只要敲上线顶的好朋友，咱买二送二，对不对？来，今仔日电话若敲通的哦，咱会当讲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的电话，甲敲起来，我阁加送你一克啊哈，阁加送你一克啊，来买二送三哦，阿爸阿母啊，买二送三。2580，2580块，所以阿爸阿母啊吼，电话赶紧卡，因为呢明仔载就无介绍啊，吼，明仔载就无介绍啊，啊，而且嘛要甲阿爸阿母啊讲，这是呢正港的，咱的法国原厂进口的哈，阮的国旗伫遮，法国的国旗在这里。哦，法国的国企在这里，这袂使做假钱，哦，这袂使做假钱，哦啊，所以这会当讲呢正港的，哦，咱的法国。会当讲原厂进口的哈，你啊看咧法国人吼咧做这個，吼拢更加严严严吼，人工来甲咱筛选，阁会当讲啊呐，原厂有无内底阁有电脑甲咱筛选，吼、哦、这個、品管你唔免咧烦恼，吼、哦、你的品管你唔免烦恼，所以电话赶紧卡，喂你好啦，阮的昆山兄，昆山兄哦。哎，咱地我要一组。你要一组吼，大组小组吼，拢甲阮小姐讲哈，吼啊，阮昆山兄感觉食过。有顶个买过，买过吼，爱口感安那，有好食无？顺的啊，足顺的啦吼，足顺的，真正顺的啦。好，安尼大组小组拢甲阮小姐讲哈，吼，啊你电话卖挂吼，电话卖挂，吼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呢吼，会当讲呢，你若准讲呢一天，吼，咱就是一条至两条。哦，一条至两条啊！会当讲咧，咱若要食的话吼，其实真简单。即安尼吼，头安尼甲转一下吼、哦。你若总讲手较无力咧，吼、哦，咱只阿爸阿母，你若手较无力咧，咱就用夹刀夹夹，吼、哦，用夹刀夹夹。啊，有诶吼，大姐讲咧，讲吼提供真好诶意见吼。伊、哦、讲你若要用绿刀有无吼？用绿刀的树工，你甲插落去吼，安尼树就会使啊。啊，若无诶话，咱就是安尼。哦，足赞的，真正有够赞的赞。所以阿爸阿母啊，你若捌食过，你啊试看卖的。喂你，喂你好啦，阮的有兰姐啊吼。诶、欸，兰平。有。啊，甲你，你叫我食是做大组的啊。大组的啦吼，今仔日大组的做好康的，买两客啊，送两客啊，今仔日卡上线顶，我阁加送你一客啊，五客啊啊，五客啊哦。啊，阮有兰姐啊，你捌食过无？你甲大家讲一下啦。
办啦。捌啦吼，啊口感安怎？酸味啊，酸味啊，这都会当接受啦。会当啦吼，甚至于小朋友搁要讨嘞，食食要搁讨嘞。对哦，啊，无收哦，迄若收无你，拢叫食了了。当然哦，当然哦，吼，你着爱收哦，你哦，吼，啊，你电话卖挂哈，你电话卖挂，我叫小姐甲恁嘞操迄落操作数，啊，歹势，安尼吼拄啊饲无着，来。帮我接一下七线，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吼，这会当讲素素的了，内底阁足多哈。啊，你若以我的习惯啦吼，以我的习惯安尼吼，我拢会加摕一杯茶，吼，啊，着安尼试，你着安尼试，阿爸阿母啊有无？吼，内底阁足多啦哈。我着甲你讲，内底阁足多，啊，咱毋免拍算，吼，这精华拢伫咧遮，你啊看卖啊，安尼啊话，你啊看卖啊，安尼着阁一杯啊啦。哦，一杯吼，咱的乌枣汁啊，有无？有够赞的啦，真正。哦，这个口感真正好。所以呢，阿爸阿母啊，呢吼，你即马来甲咱定岗注文的话吼，来，阮拢有嘿，付咱的红包哈。哦，我拢有付一包红包，吼、哦，啊，这内底呢是阮的家人老师的红包，安尼知影吼、哦，这袂使讲了伤明啊，吼、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你只要若甲阮定岗注文的话，吼、哦，阮拢会呢付这个红包哈，吼、哦，这个红包，互咱大家呢会当讲吼大赚钱，吼、哦，钱大赚。安尼好唔好？哦，啊，所以阿爸阿母，恁电话赶紧卡，吼、哦，电话赶紧卡，说说恁真正买无？吼、哦，啊，有诶，阿爸阿母啊讲呢，啊，这咧食安怎诶？来，阿爸阿母啊，你若讲平常时啊，吼、哦，你若准讲来较疲劳、亚神诶，有咧食诶米群诶，有无？阿爸阿母爱化学诶，吼、哦，咱尽量较卖食诶哈，吼、哦，咱尽量较卖食，因为吼、哦，你若食侪话，吼、哦，你若拢无排泄出去诶话，留伫个腹肚内，留伫个体内会结石哈。啊，咱有这个天然的，吼、哦，咱有这种天然的，咱干嘛去吃迄个化学的呀、啊？啊，而且呢，这一条乌枣补精是胜过恁吃30粒的 B 群哈、啊，阿爸阿母啊，吼、哦，啊，所以咱倒来吃这啊，咱唔去吃那个啊。哦，啊，而且呢，阿爸阿母啊讲呢，哦，阮咧少年呢做友好，啊，有咧买迄吼综合维他命咧，互我食呢。阿爸阿母啊，新闻着爱看一下哈，伊外口感受迄落吼一层迄人讲诶，迄叫做呢糖衣膜，嘿有无？迄拢化学诶哈，迄拢化学诶，吼、哦，迄食落到底安尼吼，你无排出去，迄身体会歹。我着讲过啊，咱有即种天然诶。乌枣的补精，咱安尼食一条，胜过你吞20粒的综合维他命呐、啊。吼、哦，我讲安尼敢对？所以阿爸阿母啊，咱若有这个天然的，咱干嘛唔去唔来食这个天然？咱干嘛食迄种化学合成的啦？对唔对？啊，食久对咱身体也无好啦。喂，你好啦，阮的新朋友吼。我要一组细组的。一组细组的吼、哦，要食看卖呀的啦吼。哦要试看卖啊！啊，今仔日呢，你若甲阮买一克啊，阮着搁加送你一克啊哈！12900，啊，搁有呢，阮的嘉玲老师的红包哦，吼！啊，你电话卖挂哈，咱的新朋友，我叫小姐甲你操主证，吼、哦，我叫小姐甲你操主证，所以阿爸阿母啊，吼、哦，恁要爱爱赶紧的，恁若说说，我讲真个真正买无，为虾米？因为呢，我讲真个在原厂。吼、哦，这个当讲咧，法国原厂进口的，每一次入来数量袂当讲足多啦，吼、哦，袂当讲足多啦，吼、哦，啊，所以会当讲咧，你若有看到，你来赶紧把握，吼、哦，你来赶紧把握。今仔日呢，咱的新朋友，你若准讲唔捌买过，你唔捌食过的话，你就想要试看卖啊，来咱细组的，吼、哦，咱今仔就是买一克啊，我搁加送你一克啊，12900。哦，这我这真正无甲你趁钱的呢，你啊看卖啊，法国原厂进口的阿爸阿母啊，你敢知影阮关税爱摕偌济出去？哦，今仔日卖恁这个介绍，真正是无趁钱的啦。哦，啊，阮的老主顾拢知影，这好物，阮的乌枣保证真正赞的，真正顺的，大家拢买大组的较济。哦，今仔就是买两克啊。哦，咱就是送你两克啊！啊，你卡上线顶的，我阁加送你一克啊！哦，就是2580，大组、小组，
咱拢有呢，付咱的嘉玲老师的红包哈一个，吼、哦、啊，大家当甲做参考一下，吼、哦，大家当甲做参考一下。啊，我广告的时间剩一分五十几秒尔尔，所以阿爸阿母啊，恁买爱的，恁爱赶紧卡起来，卡起来。我呢阿舅阿姐还袂困哦，阿舅阿姐哦。嘿啦，啊，都去等你啊！安尼哦，感谢啦，感恩啦，真正有够感恩的啦！啊，大组的啦吼！哎、欸，对对，你甲我寄大组的。有啦，哈，这个老主顾啊，今仔大组的搁较会好哦，吼、哦，之前是四 K 啊，尔，即摆加一 K 啊，互你哈，五 K 啊，吼、哦，啊，阮搁有嘉玲老师的红包哦，吼、哦，吼、哦，互你做参考一下哈。好，啊！你电话卖挂哦，吼，电话卖挂哈。我叫小姐给你留安尼哦。会当讲阿爸阿母啊，我讲正经的，你即道你真正若买无到的话，后悔你要等，可能爱等足久。我讲正经的，佮加上即摆风台来啊，对唔对？船拢无驶啊，哈，船拢无驶啊，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恁要爱，恁来赶紧的，法国原厂进口的，正法国的，哦，正法国的哦。哦，你伫个市面上是变哪买到这啦？这个呢，三杯浓缩的欧洲保金阿爸阿母啊，阮安尼一条爱开呢一斤的欧洲，才会当安尼做一条出来。而且呢，这个一条胜过呢恁食三十粒哦，三十粒的米群哦，哦，恁食一条。会当讲呢，胜过恁食二十粒的综合维他命呢，吼、哦、啊，所以呢，这拢是呢，人讲天然呢，吼、哦，咱都爱来食这个天然的较好。所以阿爸阿母啊，你若伫遐袂出来，赶紧的哈。啊，我的广告要准备转线卡继续服务，啊，恁电话继续卡，感谢，谢谢您。Oh,
来，谢谢，来感谢，我拢想讲吼，啊，这个时间安尼吼，唔知有呢，有来有咱这的好朋友安尼吼，会来甲咱迄落加油袂安尼吼，结果呢，真的有诶，真的安尼吼，非常感谢咱这阿爸阿母啊吼，大哥大姐，真的非常的感恩呐、啊、吼，真的非常的感恩。我想讲呢，其实吼，真侪阿爸阿母拢讲啊，你做这个时间，其实吼，这个时间呢算透早哈，凌晨一点到三点，吼、哦，这个上盖好诶，你敢知影？哦，哎，咱讲哦，无清楚、无了解的阿爸阿母啊，吼，恁电话拢甲卡入来，吼，恁电话拢甲卡入来，无要紧，恁若要做一下详细了解，啊，我讲过啊，恁吼，真侪阿爸阿母啊，拢食了钙好，吼、哦，真的吃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拢学了讲，阮的物件真正是呢，人讲呢，纯呐、啊。吼、哦，你若像外口面的，咱就卖甲讲啊，吼、哦，真正纯的。哦，阮嘞真正是顺嘞，哦，啊，所以嘞无清楚、无了解吼，咱拢电话紧甲卡入来哦，吼，电话紧甲卡入来吼，有卡入来就有准算啊，有卡入来就有准算。好来，啊，咱即摆要来讲健康啊，人讲嘞健康足重要，哦，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人讲哦，你准做吼，你有嘞，人讲嘞家财万贯呐，但是吼、哦，你若无一个身体健康，人讲身体若无健康，你要为对去，吼、哦，我都有一个妈妈就是安尼。哦，真正人讲的善甲存钱，真正是善甲存钱，但是伊对台拢袂当去。伊讲的，真诶啊，我空有钱有什么路用？吼、哦，迄个讲甲粗嘴，讲我有钱有啥小路用？吼、哦，我对台拢袂当去啊。吼、哦，所以嘛做怨叹啊，因为伊的身体无好啊。吼、哦，伊无法度通啊自理，身体无法度通啊自理。吼、哦，对台拢无法度去，步步拢爱靠人。哦，啊，一个月呢，哦，请个看护六七万块，因为伊有啦，哦，真的，伊就是有钱啦，吼、哦，啊，毋过呢，看护吼，拢甲顾呢二十四小时的，吼、哦，就是每个日的这，哦，啊，所以呢，一个月吼、哦、要花六七万块钱，吼、哦，哦，来甲伊呢，人讲呢，哦，扶起扶落，吼、哦，啊，款互伊食。洗身躯有诶无诶安尼吼，伊讲伊嘛解怨叹滴诶啦吼，伊为虾米呢？伫个少年诶时阵无爱好好啊来甲做保养，哦，伊讲诶，啊，我咧省甲存钱尔吼，真诶啦，吼啊，所以也当讲吼，真的有时候咱妈妈吼，咱想一下，吼，咱有健康诶身体，吼，咱钱当然毋免讲像伊安尼吼，存甲足侪，吼，存甲足侪，但是有够用就好啊，吼，啊囡仔是说。吼、哦，个人吼拢、哦、会，人讲啊大汉啊啦，吼、哦、你嘛免伤家烦恼啊啦，吼、哦，大家呢事拢共享去打拼，但是你也顾啊好势，你若无顾啊好势，等于是呢，你若一个人讲无势哩，囡仔嘛是爱歇起来甲你顾啊，对不对？啊，人讲呢久病无孝子，吼、哦、啊，这毋是讲咧，这毋是讲吼、哦，咧纠缠嘛是安怎吼，还是讲讲歹听话？其实吼、哦，囡仔。吼、哦，人讲咧，咱患病的人吼足艰苦，但是要甲咱顾的人吼，我那足辛苦，所以有真侪迄种咧长照悲歌，吼、哦，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会当讲咱身体无健康，其实吼，迄间我听阮老大咧讲，其实人为什么身体会人讲衰老？吼、哦，也是讲咱身体为虾米会呢来破病？其实阿爸阿母啊，你追根究底，咱若总讲有宗教，吼、哦，人讲诶，吼、哦，假释，吼、哦，你逐天有无？吼、哦，就是呢，三蔬两果有无？吼、哦，也是讲呢，鸡鸭鱼肉蛋白质，吼、哦，你补充有够，有大类补充有够，佮加上你坚果食有够，才有胃好补安尼。吼、哦，人讲咧国民健康署所规定的吼、哦、来食，我保证你一定健康诶。吼、哦，啊早睡早起，啥物叫做早睡早起？较早诶人是呢，人讲咧七点之前就去睏啦，即摆哪有法度啦？吼、哦，即摆哪有法度？吼、哦，啊所以呢，你若讲遵照安尼，我保证你身体一定健康，真的。吼、哦，啊但是毋是啊？吼、哦，即摆会当讲咱讲食就好啊，食诶物件太侪，拢咧加工诶加工食品。我讲真嘅，啊，所以呢，咱食，咱爱食呢原形。什么叫做原形？吼、哦，什么叫做原形？就是呢，天然的，
哦，唔通去食迄种咧，人讲咧哦，化学嘅啦，什么货？哦，啊，当然咱来食讲咧，对咱身体健康诶。有真侪妈妈讲咧，哎呦，我啉咖啡吼，咧困未去。其实吼，最根究底是啥物货？会当讲咧，迄咖啡内底咖啡嘅咖啡因太高了。我是说真的，吼、哦，啊，其实咧要禁咖啡，吼、哦，这是有诀窍诶哦。好，这是有诀窍。咱先看一段影片，较要来讲咧，咱平咧，甲咧，咱这阿爸阿母啊，咱来较来做一个好好啊探讨，吼、哦，怎么去喝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咖啡，好不好？来，咱来看影片，来，谢谢。阿爸阿母啊，你吼，你看到吼，啊你，哦，迄个咖啡哇，你品尝那个咖啡的感觉有无吼？真的会让我们整个吼心情就整个就放松下来，有无？吼，你看吼，你若总讲咧，哎，透早起来有无吼？看到咧，人讲咧太阳升起的时阵，那早上来泡一杯咖啡，哦，迄个感觉有够好诶好，但是重点来啊。重点你就是呢，爱喝着，啉着好啉的咖啡。你若喝啉着迄个苦汁汁，迄有诶阿母啊吼，伫咧累啊，你敢知影？啊，咧个咖啡咧苦汁汁，安尼啦，吼，啊，伊就是你啉着呢，人讲呢较歹啉的咖啡，吼、哦。啊，其实哦，咖啡吼、哦，咱若准讲吼，常常甲啉，吼、哦，若恁正讲喝咖啡，你常常甲啉是对身体足好诶哦，吼、哦。好啦，啊，人讲咖啡吼，就爱看伊咖啡豆啊嘛。好、哦，其实呢，即马就会当讲呢，哦，即马世界啦，吼、哦，有两大品种诶豆啊，咖啡豆啊，一种就是呢阿拉比卡豆，一种就是罗布斯塔豆，啊，这两种要哪分？来，一个是呢高海拔，一个是低海拔，吼、哦，啊，你看形体就知影，阿拉比卡豆吼，伊伫咧高海拔，足歹种诶，吼、哦，啊，毋过呢，种出来豆啊吼，拢较长了。哦，阿妈看咧椭圆形，你敢怎样？哦，较扁，较椭圆形，阿唔过伊较扁。哦，哦，阿伊上主要吼，伊是生产地诶，人来讲巴西啦、哥伦比亚啦、伊索比亚迄个高海拔，阿唔过足歹种。哦，帕加拉有够侪，哦，帕加拉有够侪。啊，为虾米呢？哦，伊帕加拉有足侪，因为伫高海拔嘛。啊，你若罗布斯塔吼，伊个低海拔两，会当讲海拔200安尼吼，伊就会当活。阿爸阿母啊，200伊就会当换，所以伊咖啡豆啊吼，较细粒，吼，伊寸就较细粒，爱形体吼较圆，吼，爱上主要吼，伫个呢，人讲即越南嘛、巴西啦吼、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度，吼，啊，这两种豆啊，变啊分，你敢知影？吼，为什么阿爸阿母啊，恁拢讲呢？啊，恁咖啡吼未困着，恁可能去啉着这個，因为吼，这
哦，罗布斯塔伊的咖啡因是高过于阿拉比卡豆的两倍，所以吼、哦，恁即马咧啉的咖啡为什么袂困？一个原因道理就是伫个食，哦，啊，你若准讲吼，迄、那个味为什么阿母也讲呢？夭壽哦，迄咖啡讲甲我讲足好啉的安尼吼，结果我啉起乌，会当讲呢乌直接无大劲吼，佮习惯乖，啊，佮有够歹食，啊，佮有吼苦滴滴，可能就是这個，为什么？因为伊较苦，罗布斯塔较苦。哦，啊，为什么？因为伊是生风，伊是呢中风皮，哦，这个豆啊需要中风皮，哦，啊，你若总讲阿拉比卡豆的话，哦，伊啉起来是呢香醇，而且会回甘，佮醇喉伊之外，伊啉起来有迄种呢水果香，你知唔知？哦，啊，所以做适合做啥物货？滤挂式的咖啡，啊，佮手冲的咖啡。哦，啊，你那罗布斯塔吼，伊看你适合做啥物货？吉隆咖啡就是呢，咱咧透开有无吼？啊，倒落去，啊，冲有无？啊，大部分吼，你那罗布斯塔拢摕落去做啥？三合一、二合一的，伊无蓝糖的价值啦。我讲真个，伊无蓝糖的价值，吼、哦，因为苦涩涩、苦滴滴，吼、哦、啊，所以呢，市面上吼、哦，咱即摆全世界咖啡豆啊，吼、哦，就是这两种阿拉比卡豆干的罗布斯塔豆。哦，啊，当然呢，人讲呢，啉咖啡对咱身体做好，无唔对，吼、哦，喝咖啡真的对身体很好，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吼、哦，恁有咧运动的习惯，我拢建议呢，你要运动进前，恁就是啉一杯咖啡，为什么？因为也帮助你燃烧更多的脂肪，知吼、哦？所以，若要减重的好朋友，吼、哦，若要减重的好朋友，你要运动。我拢建议讲呢，恁伫个呢运动进前去啉一杯咖啡，它可以加速燃烧恁体内的脂肪，吼、哦。啊，搁再来呢，人讲呢啉咖啡会当互你去水肿啦，吼、哦，会当互你呢去掉你体内多余的水分。你若以中医来讲，迄叫做湿气太重，安尼怎样吼、哦？它可以帮你去水肿，而且会当帮你利尿。哦，而且会当给你增强记忆力，吼、哦，让你的记忆力更加好诶，袂安尼动容啊动容，啥物叫做动容啊动容？有足侪吼阿爸阿母啊吼，拢会足侪时段啦，咱要讲阿爸阿母啊，足侪时段有无？啊，拢坐伫遐，坐伫个公园透早，啊，坐伫个花花呆啦，人讲花呆有无？啊，去甲问讲阿爸，你咧想啥？无啊，我也无咧想啥啦，吼、哦，啊会当讲哦。啊！即摆你确定啊？你甲问，你甲问吼。阿伯，你咧想啥？无咧想啥？啊，逐工就伫遐戆戆神啊，戆神吼。啊，会当讲咧，你也甲问讲，阿伯，你住喺底？啊，我都爱想一步，吼、哦，叫做记忆力减退。吼、哦，啊，你若啉咖啡吼，它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吼、哦，啊，你既然的记忆力若好的话吼、哦，咱就唔惊咧脑退化。吼、哦，脑部的退化有包括啦失智症。哦，有包括呢阿兹海默症，有包括帕金森氏症，吼、哦，这东西脑部退化，吼、哦，啊，这不可逆啊，阿爸阿母啊不可逆哦，吼、哦，所以呢，会当讲呢，防止着，吼、哦，咱这脑退化，咱就咖啡，吼、哦，甲啉一下，吼、哦，啊，而且呢，喝咖啡真的可以抗忧郁，我讲真经的，你若会当讲哦，啉一杯咖啡吼、哦，你的心情会继续好诶，真的。哦，啊，可以当抗氧化。为什么抗氧化？因为内底有绿原酸呐、啊，哦，绿原酸吼、哦，也当会当互咱的抗氧化。啊，咱若总讲抗氧化，人较袂生身呐、啊，哦，人若较袂生身，就较袂生一挂有诶无诶啦，安尼怎样吼、哦？所以呢，为什么要喝咖啡？啊，这甚至吼，喝刚台大的教授嘛，一直推广，吼、哦。会当讲咧，每一个人吼，一天至少要喝一杯咖啡。那到底要怎么喝咖啡？咱到底要哪敬？哦，啊，好的咖啡是伫对。来，今仔南平就要甲恁讲，庄园等级的阿拉比卡。我讲真个，啥物叫做庄园等级？你敢知？阿爸阿母啊，未栽种，哦，未幼苗的时阵，因开始咧种的时阵，哦，到咧整个流程，哦，到栽收。哦，这拢按嘞严格的控管，哦，这拢按严格的控管，哦，啊，搁再来就是安那含量制作，哦，为什么含量制作袂当做这嘛？因为是一个庄园嘛，哦，一个庄园含量制作，啊，为什么含量制作？因为完完全全拢是人工嘞手工的，哦，人工采收。
人工采收有一个好处，你敢知阿爸阿母啊？有什么好处？就是呢，无好的咖啡有无吼？咖啡豆啊，伊个丢去，蛋你边啊，果实个你蛋你边啊，他们就不要了。好，要求品质。哦，因拢贵个是拢用人工诶，吼、哦，安尼采收，吼、哦，啊，一日一日安尼办，吼、哦，啊，若无好就单调啊，吼、哦，就单调啊，所以呢，袂当坐啦，吼、哦，袂当坐，你无像讲哦，吼、哦，人讲咧低海拔嘿吼，迄拢用机械硬扫诶，吼、哦，硬扫诶，吼、哦，啊，好诶，歹诶，拢甲伊扫伫个内底，吼、哦，啊，你着无免做啊，你敢知影？吼、哦，啊，所以呢，限量制作诶，吼、哦，啊，而且呢，爱有呢身份证，啥物叫做身份证？阿爸阿母，咱若吼，你若有咧啉吼，迄、那个葡萄酒有无？吼、哦，啊，咱拢会看吼，对一个庄园出来诶，有无？对一个庄园出来，迄叫做呢，人讲咧生产履历，吼、哦，咧叫做生产履历。但讲咧，啊，我知影吼，即个咖啡吼，即罐酒安尼吼，位对来诶，吼、哦，它的出处。哦，伊个出处哦，就是呢生产履历，就是简单讲的身份证啦，吼、哦。啊，而且呢庄园等级的吼，拢、哦、是呢，人讲一代传一代啦，吼、哦。为什么要一代传一代？你敢知影？吼、哦，因的收入，吼、哦，包括呢因的，人讲呢为种到采收，吼、哦，啊，干呢制作，吼、哦，这拢爱代代相传，这不外流，这功夫是不外流的。哦，这袂当外流诶啊，吼、哦！啊，所以呢，世代传承，啊，这嘛叫做呢品质保证，安尼怎样吼、哦？所以你若世代传承，迄绝对是袂使滥三折诶嘛，吼、哦！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喝到呢，人讲呢，即个庄园等级诶，吼、哦，我刚甲你保证，就是好，真的是好，吼、哦！啊，今仔日呢，我手中吼都有呢，哦，这庄园等级阿拉比卡精品咖啡。吼、哦，阿爸阿母啊，吼，其实吼、哦，要教恁吼，安那去敬咖啡，你敢知道？市面上遮侪咖啡有无吼？啊，拢陈列伫个吼，人讲个架上，你注意甲看，有几个品牌顶面有甲你印庄园两字个，真的很少。吼、哦，为虾米伊唔敢印？因为唔是庄园等级个。吼、哦，啊，而且我讲真经个，你若要印吼庄园等级个吼，爱有个级数伫个，你才会当印起哩。哦，啊你若无印，你若因若无印吼，迄、哦、就是呢，咱莫去共批评啊，吼、哦，咱莫去共批评，吼、哦、啊，所以呢，为虾米阮大大个吼，阮家吼伫顶面印的庄园等级，为虾米？吼、哦，因为阮的技术高遐，吼、哦，阮的技术高遐，啊，我即马手中吼都一包，吼、哦，都一包足赞的，你只要吼甲拍吼开吼，迄、哦那个味啦哈。啊阿爸阿母哦，我即马咧一拍开吼，即、這个味吼，就真正吼，世人会尊重啊！你敢知影？真的是世人会尊重。这芳气吼，拢出来啊！真诶，吼、哦，即、這个芳气哦，我著甲伊讲过啊。哦，赞，真正，我敢会保证啦吼，恁家的咖啡吼，可能无像即个味啦，吼、哦，有一点，哦，有一点那种。我怎么去形容？你刚才真的很香，真的是很香。然后呢，是那一种吼，让人感觉讲哦，心情是喜悦的那一种香。你刚才那个芳气，吼、哦，你若有咧常常咧啉咖啡吼，你就知道我咧形容什么啦，吼、哦，形容什么？吼、哦，啊，咱就会当讲咧，这会当讲咧，我要甲你讲，阿拉比卡豆最适合做什么？滤挂式的咖啡。吼啊，这原豆吼落去研磨的哦，吼原豆落去研磨，啊，这是中烘焙。为什么要中烘焙？其实吼，你豆啊若无好吼，你豆啊若无好吼，大部分哦拢用深烘焙较济啦，吼拢是用深烘焙。啊，咱为着呐，咱要保有吼一上钙元素的绿原酸，我们要那个绿原酸，吼迄种营养素。所以呢，会当讲呢，咱这用这中烘焙。哦，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哦，为什么？哈、哦，咱要经呢庄园等级的原因得利，就是伫个家，因为呢严格控管嘛，品质保证嘛，哈、哦。啊，这滤挂式的吼，你顶面吼就是该先甲拍好开有无？啊，即马安尼甲切切的，啊，甲挂伫个，哦，这叫做呢挂耳式的有无？哦，啊，甲挂嘞，哦，甲挂嘞安尼吼，啊，你掏开就做芳啊。
哦，阿爸阿母啊，你偷开就做胖啊！啊，咱你冲第一跑的时阵吼，注意哦吼，咱就是安尼甲倒落去，吼，甲先甲倒哦顶起来哈，吼，倒哦顶起来，吼，啊，慢慢啊好滴，吼，慢慢啊好滴，吼，啊吼滴完了后，吼，咱就是甲等十秒哈。等十秒，为什么要等十秒钟？阿爸阿母，你敢知影原因道理伫个单位？爱互即个咖啡吼醒起来，醒过来，吼，即马就做香啊！哦，现在真的很香，真的好香，真的真的。哦，冲了即个，哦，阿咱就是等十秒，哦，十秒了后，吼，阿咱搁甲，咱搁甲冲落去，吼。会当讲吼，你会当吼准备一个吼，这差不多250cc 吼，你甲冲第一泡吼。会当讲呢，醒十秒之后吼，啊，咱得甲倒我顶吼，啊，互伊豆豆啊滴，互伊豆豆啊滴，吼，互伊豆豆啊滴，哦，迄香气足香，真的好香哦，规个。咱这个摄影棚吼是规个是呢，香气十足的。啊，我有讲过吼，好的咖啡。吼、哦，伊会当呢，你咧片的时阵吼、哦，来咱甲客起来安尼吼，今天真的有福了，真的有福了。啊，阿爸阿母啊，咱这吼咖啡吼冲完了后，唔通甲倒脱干哈，唔通甲倒脱干哦吼，唔通甲倒脱干吼，这有用途的哦吼，安尼一杯咖啡就好啊。吼、哦，啊当然吼、哦，咱要啉咖啡之前，咖啡好甲歹，你甲先甲片者。哦，迄香气足有，我讲真个，哦，心情是欢喜的，你敢知？啊，你搁甲淡落去，哦，足顺喉啦！阿爸阿母啊，真的是安尼落去有无吼？足顺喉落去，哦，啊，而且出来迄个有无吼？它是回甘的，有一个水果香味。哦，真正有一个水果香味，啊，这就是呢，人讲呢正港的核桃啊，哦，这是对身体足好的核桃啊，哦，啊，袂苦啦，袂像讲哦，恁咧啉咩苦涩涩的吼，迄、哦那个咖啡，迄、那个生风皮，啊，这真正赞的吼，足多吼，俄勒讲呢，阮的咖啡真正是香醇，吼、哦，啊，搁呢，人讲呢。落喉落去，迄个有无出来是呢？人讲回甘的迄个感觉，迄个喉温呐，吼，迄个喉温出来啊，恁吼，啊伊安尼吼，佮有一点仔呢水果香，你感觉水果香真的好好喝，你们真的要试试看，你们真的要试试看，吼，啊你若讲诶，我要甲大家报告哈，阿爸阿母啊，吼，你啉阮的咖啡绝对袂困着。吼、哦，你像阮阿父啊，吼，伊若见拜要睏，伊就啉一杯咖啡安尼吼，就去睏啊安尼吼。所以，阮的咖啡，吼、哦，阮的咖啡安尼吼，你唔免烦恼哈，你唔免烦恼，啉落是真正好睏好落眠，啊，这就是呢正港好咖啡。后来，啊，当然吼，嘛要甲阿爸阿母啊讲吼，咱这咖啡渣吼，咱就唔茫淡掉，你甲拍个单，你甲拍个单吼，你譬如讲恁兜的下厨啊，吼，你甲睏的，吼、哦。啊，恁家的烫树你甲放诶，吼、哦、啊，甚至吼恁家闹咧树熏诶，吼、哦、二手烟你甲放伫个烟灰缸哈，伊会当呢吸迄个二手烟甲三手烟，安尼怎样吼？好，来，咱即摆吼，咱特别来有奖征答哈，有奖征答啊，爸母啊，来有奖征答一下，来上线，咱特别抽168抵用金哦，吼。啊，那开奖得奖爱回拨转来，啊，那无得奖，逐个月初五二十，咱就要抽大奖。好来，赶紧的来，电话紧卡嘞，来，下当讲的啉咖啡有啥物好处？啊，咱要哪紧？来，电话甲卡起来哈，5986111的电话来甲卡起来，好，真正坚强的啦，来，黄姐，哎，第一名，哎，你又搁第一名，赞，我饮料了嘞。啊！你打啉了了？你讲要打诶，啊拍拍，我唔知方拍，我规日甲藏诶。啊，你哦，啊你着甲拍我打有无吼？我藏规日藏诊所，啊你甲我讲，我知啊。对对，藏诶诊所也当除臭哦，吼，除臭。除臭啊，系啊。哎，对对对对，啊有好啉无啦？这乌咖啡是乌咖啡吼。嘿。我淡甜啊，淡甜啊咧捧起来啊。
嘿，对对，胖干吼。哎，阿姐就是讲安尼闹，怕着退化。对对对对，嘿。啊，回甘就对啦。嘿，回甘呐。预防脑退化，啊，预防那个燃烧的死亡。对对对。系啊，啊，这个啊，去水肿。嗯。啊，增加记忆力，啊，抗忧郁。对对对对，连阮家的咖啡也欢喜呢。真正嘞、啊，我是第几届啊？系啊，已经第二届、第三届嘞。啊，咱要哪拣？啊，咱要哪拣？啊，这个限量制作的啊，自带传承的啊。对对对对对。啊，专业的咖，这个专业的等级的咖，是吧？咖啡啦。有，哎呀哎呀，对对对，感谢哦吼，我的黄姐，谢谢你哈，好，啊，给你写起来安尼吼，好，谢谢，好，来喂你好，阿鸟坚强的来啊，坚强的，阮电脑唔嘛来啊，来，喂，有人伫个无啊？有啦，噶无人伫个。有，啊，讲啊细声。来收惊起个。哈哈，收惊起个来，食我的水暖，你就唔免去用收惊来。我听你的来讲一个来咖啡，咖啡食着较好困啊，较好困吼。食咖啡较好困，啊，卖顾心脏啊。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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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嘿啦，嘿啊，啊，食恁这迄条，我拢足咸嘞，真是咸要呆啦。你也是无的啊，你也咧咸要呆啦。大口盖无。我带你来非洲。我带你来非洲，你要倒的，真正的吼、哦。你若伫个非洲吼，偌水的美女啊，你敢知影？安尼啦，也无甲你讲着重点，安尼甲你挂掉。阿华哦，喂，来甲伊讲，阮这三朵花咧。讲安尼水转去。哈。来甲迄个讲水转去。你讲着了嘛？哎呀。有哎呀，无讲着重点，伊就甲咱切切断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吼。有。那阿兰讲一下来，嘿，咱的啉咖啡有啥物好处来？咖啡当我困的，当我个。我若啉落，我就当困醒去啊，再过来甲你。甲我吃饼。啊，甲你吃饼，无啊，我倒。想要搁啉第二杯，我等下搁免浮气去哦，唔好搁啉嘛。好，唔好搁啉。以后我唔敢搁啉第二。安尼吼，啊，另外的咖啡会迄落增强记忆力啦，吼。哎呀。记忆嘛较好啦，对话机啦，对。啊，性地嘛较好，性地嘛较好吼。哎呀，较袂安尼气喘喘，较袂啦。较袂暴躁啦，吼。哎，对。好。哎呀。对。啊，咱要哪敬？咱要敬什么花？嗯，啊，恁食恁个就好啊。迄个庄园等级的啦，吼。哎呀。哦。对啊。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哦，吼，阮阿华吼，甲你讲，然后阮那三蕊花安尼，来哦，啊，俊哥哥卡起来安尼哦，来，俊哥哥吼，搁甲卡起来嘿，来哦，俊哥哥吼，搁甲卡起来哦，吼，搁有时间，喂，你好，来，阮的俊哥哥嘛呢，实力真坚强啦，实力坚强，我很想困你。即马大家拢在拼实力坚强的哈，实力坚强。啊，避让抗氧化，啊个忧郁抗忧郁，啊预防脑退化。好。增强记忆力。对。燃烧脂肪，去水肿。哦，对。啊，不会庄严本级的啊，严格生管哦啊，也少量制作的，做生产利率。哎，难得呢吼，阮俊哥哥讲国语呢吼，呵呵，通啊，哈，台语嘛会通啊，对，啊，不过你讲台语较颠倒呢，嘿啊，啊对啊，当时也无咧讲国语，对，好啊，甲你写起来哦吼，好，感谢阮的俊哥哥安尼吼，谢谢你安尼吼，甲你讲哦，会当讲吼，大家实力拢真坚强啦吼，好来。哎，当讲呢，感谢啦吼，感谢呢，所有咱的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啊，这时间来给咱做收看，真的很开心。好来，啊，确定啊吼，咱开来抽奖吼，哦，啊，即马呢，咱特别来进行吼，咱的新的单元吼，世界奇妙。
哦，世界奇妙啊！你吼，啊，今仔日咧带咱大家来打位，吼、哦，要带咱来吼、哦、辽宁省、辽宁省呐、啊，吼、哦、锦州市，吼、哦、啊，咱的义县，吼、哦、在底下辽宁省，吼、哦、底下中国遐，哦，啊，这里当讲呢是千年古庙，吼、哦，这呢建于呢1020年，1020年，吼、哦，距离今嘛哦，你看2023年啊，已经呢。1003年啊，哦，啊，伊是起伫个什么时代？你敢知影？就是辽开泰高年，哦，啊，会当讲呢，伊个初名，吼、哦，伊起初个名，毋是叫做呢奉国寺，吼、哦，伊起初个名叫做呢献禧啦，哦，献禧寺，哦，啊，即卖呢，较改为呢奉国寺，哦，啊，为什么伊遮尔啊长？你敢知影？为什么伊遮尔啊有名？因为呢，伊大殿内底吼有供，人讲呢有供奉吼、哦、过去七佛，伊个名叫做过去七佛吼、哦、啊，所以伊个名吼即间庙吼，伊、哦、嘛叫做呢大佛寺吼、哦，啊嘛叫做呢七佛寺吼、哦，是呢中国即嘛目前为止吼、哦，你若辽代迄个时阵吼、哦、有三大寺院个其中一间。吼，其中一间，啊，这上起的，你敢知影？吼，这是咧中国历史当中辽国的第六位皇帝，叫做呢耶律隆绪。吼，啊，内底吼有一个建筑物吼真赞，叫做呢天下第一宝殿。吼，天下第一宝殿哦，就是大雄宝殿呐。吼，啊，当讲吼外国吼改这间佛寺。甲整体叫做呢皇家的寺院，吼、哦，啊嘛是呢世界唯一吼供奉，吼、哦，人讲呢过去七佛的寺院，吼、哦，啊伊即摆吼内底吼佫存有上界古早，吼、哦、啊上界大，吼、哦、大雄宝殿，啊佫呢世界上界早，啊嘛上界大，上界精美，吼、哦，伊个菩萨吼、哦，毋是用茶刻个，你敢知影？伊是用呢，迄、那个泥巴，阿爸阿母用泥巴哦，吼、哦，会当讲呢，甲雕塑起来个佛像，吼、哦，啊，内底阁有呢，人讲呢六角形个，吼、哦，即、這个，迄、那、落、個、人讲迄挂钟有无？吼、哦，迄、那个钟啊，吼、哦，啊，阁呢四角形个，迄种呢碑亭，吼、哦，迄、那个碑啊，吼、哦，人讲迄种迄落人咧看迄种诶，迄碑有无吼？碑文迄种诶，吼、哦、啊个呢无量殿，吼、哦、啊个呢牌坊，吼、哦、啊个小三门，吼、哦、啊个呢西宫禅院，吼、哦、啊当然诶殿内吼，诶七尊大佛，位当到西啦吼，吼、哦、会当讲呢，我念了搁较未标准啦吼，台语较未标准吼、哦，叫做呢迦叶佛，迦叶佛代表呢桂林佛。吼、哦，啊个呢，新旧佛，吼、哦，啊个呢，居留孙佛，吼、哦，伊代表呢平安呐、啊，求平安呐、啊，吼、哦，啊个有呢湿气佛，吼、哦，伊代表健康，吼、哦，啊个呢毗婆湿佛，这样念台语我就未晓啊，吼、哦，伊代表什么佛？智慧，求智慧，吼、哦，啊个有呢，人讲呢毗舍佛，哦佛佛。哦，这那念台我嘛未晓，伊个教文呢，佮发财，吼、哦，啊个呢居，人讲呢孤兰孤那孤那含摩尼佛，伊算光明，吼、哦，代表光明，吼、哦，啊个呢释迦摩尼佛，即阵吼，大家都拢知影，伊是佛教的呢，人讲创始人呐、啊，吼、哦，爱上界吼、哦、神奇的，就是安那。哦，我头早有讲一尊吼，叫做呢毗婆湿佛，伊个背后有一尊哦，明代吼、哦、所做诶，吼、哦、叫做呢倒坐观音呐、啊。吼、哦，为什么即座观音遮尼啊吼，大家想要去甲看？因为吼、哦，伊阁有保存着吼，伫个呢唐代迄个时阵，其实吼伫个唐代吼，观世音菩萨是拢有手手诶哦。阿爸阿母，恁敢知影？伫个当代吼，观世音菩萨伊是有喙手的，吼、哦，迄是落尾手演变了后吼，咱看嘿，怎变成嘞女人身的哦？吼、哦，你若伫当代的时阵吼，观世音菩萨拢有流喙手的哦，安尼知影吼？即我嘛是呢，会当讲呢，去查迄个资料，我较知影的。然后这个
知识啦，我讲吼，无查唔知影吼，查就讲，哈哈，原来东台吼，迄阵有无吼，较早观世音菩萨拢是有吹球的，吼，拢是有吹球，还是落尾球演变演变演变到尾啊，吼，咱甲女人化去啊，吼，女人化去啊，吼，爱当讲吼，真有名的奉国寺啊，吼，奉国寺。哦，大家若看一出电影吼，有着迄条导演做请迄个王家卫吼导演吼，伊着咧拍迄种一代宗师的时阵吼，伊着是来遮出镜的吼。啊，星云大师哦，吼，伊嘛来遮朝圣哦，吼。啊，所以咱来看一下奉国寺到底为虾米会当咧流传到即阵，而且是全世界。足侪人，吼足侪呢，哦，科学家也好，莫讲唔是科学家，就是迄个历史文物，吼、哦，吼、哦、迄种呢，人讲学者拢走来遮，吼、哦、朝圣，啊，咱看一下哈。义县位于辽宁省西部腹地，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里，却藏有一座千年古刹。那就是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盛赞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并称其为辽代佛殿的最大者的奉国寺。为什么在远离中原的东北会藏着体量如此巨大的佛殿呢？这要从1000年前说起。现在的义县古称义州，辽代已推行并信奉佛教治国。公元1020年，辽圣宗耶律隆绪选在自己母亲萧太后的故乡古益州建造奉国寺，此后经过了辽金元三代不停扩建，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皇家气度。古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千年的风雨沧桑，如今仅剩一座辽代的大佛殿保存至今。都说大唐遗风在大辽，这大殿虽是辽构，但根据梁思成的研究发现，这座建筑很多地方都显现着唐风遗韵。走进奉国寺，从南往北沿中轴线依次走过万山门、内山门、牌坊、天王殿，最后站到那个被称为最古老、最大的大佛殿面前。眼前的大殿面宽九间，进深五间，五九为皇帝之尊，高21米。单体面积有1800多平方米，凭借着这种规模，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大的单层木结构建筑。大雄殿斗拱是7仆座，用材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最大的，宛如朵朵莲花盛开。大殿悬挂3块匾额，为乾隆皇帝手书，中央竖写大佛殿并无宝字，进殿上方还有弥伦宇宙、无量圣境2块匾额。如果仅看外观已令人赞叹，那大殿内的7尊彩色泥塑大佛更令人震撼。进入大殿，眼前供奉着的7尊大佛呈一字排开，这7尊主佛按照成佛顺序排列，释迦牟尼佛排在最末端，因辽王朝极度信仰佛教，标榜皇帝就是佛，七尊佛也就分别代表着前5位辽皇帝和其母亲。末端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建造奉国寺的耶律隆绪，因过去7佛并列一堂，佛祖释迦牟尼偏居其中，为佛教界独一无二。佛像体量巨大，通高9米以上，尤以正中的毕婆尸佛最高，合座高达9.5米。同时，每尊佛像虽看似形貌相差不多，但仔细端详会发现7佛的佛座参差有别，所着的衣服也各不相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在于7尊佛像的手印全然不同。在佛教造像中，手印是辨驳佛身份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在奉国寺，7佛手印皆不同。每尊主佛前各有一对胁侍菩萨相对而立，高2.5米，共14尊，或胁立或平视，佛像庄严，栩栩如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不多见的露齿菩萨，身材婀娜多姿，面容姣好。7尊主佛背后有一尊明代修建的彩塑倒坐观音，
坐南朝北，也是不多见的男性面相的观音。如果你看过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一定会对章子怡在此礼佛的片段记忆犹新。关于这尊道座观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问菩萨为何道座，恨众生不肯回头。说到《一代宗师》，影片中有多个镜头是寺内的壁画，奉国寺内现存3000多平内容丰富的彩色壁画，这些壁画应该是从敦煌外保留最完好的。在电影的结尾，叶问回忆自己的一生，接下来的长镜头展现了一座佛堂，油灯的金色微光中，佛祖庄严，菩萨慈悲，斑驳的古墙上光影摇曳，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众生的浮沉。如电影中那句台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哇，1000几栋的奉国寺啊，呢吼，内底真正是人讲真庄严嘛吼，吼啊，每一尊菩萨有无？伊头拄仔有讲有介绍迄阵呢，人讲呢道座观音吼，迄句话吼，我感觉吼意思真好，吼伊讲呢恨众生不回头，吼为什么伊要道座？吼，就是呢类似像呢人讲呢哦地藏王菩萨安尼有无？吼，人讲呢地间若无人的时阵吼，伊必定成佛，的意思同款啦，吼啊所以吼。会当讲呢，迄意境其实吼，咱常常吼，然后接受这种呢，人讲呢，不施吼，也是讲呢，庙吼，拢会当予咱一种呢，足祥和吼，啊，一种呢，足正向的，有无吼？迄种呢，开始吼，迄种开始啦，吼啊，所以吼，真侪我相信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大哥大姐。哦，恁哪阵讲会去进香，去到呢人讲咧宫是庙大堂，吼、哦、去进香的时阵，吼、哦、恁的心态应该是呢，哦非常的祥和的，哦非常的平静的，吼、哦、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哦，我讲呢，后、哦、要带咱大家，吼、哦、做伙来看片，吼、哦，人讲咧世界，吼、哦、人讲咧一寡咧较奇特的庙。哦，会当讲你啊看这1000几栋保存到即阵啊，有无？哦，迄、那個、意思真好，吼、哦、啊！所以呢，希望吼咱只阿爸母啊，恁拢会当介意哦，吼、哦，恁拢会当介意吼这個、单元。好来，啊，时间行到这吼，又可能无稳准，我搁唱歌落去安尼。虽然吼，恁我那伫个呢，人讲这個时间尾站的时阵，恁期待真想要听到我唱歌啦吼，啊，不过我那也无啥时间啦安尼吼。5、3回啦，迄个大家公认的，你是第，无啦，这即马这个时间吼、喔，较少人咧看吼、喔，讲这个话恁敢袂吐，你敢知？哎呦，3回啦，足侪人要听咱唱歌的，敢知？无时间呐，来啊，咱即马吼要来进行吼、喔、恁这个命运的声定安尼吼，来命运的声定，其实吼、喔、我今仔日接正出来通电话。我讲我无声，一直咧讲安尼，阿平安尼去对安尼吼。我讲我无走啊，我搁伫个台湾艺术电视台啊。啊是安那，11点到1点拢无看到你。我讲吼，啊这都是吼缘分啊，咱讲的缘分吼。好来，好来，命运的车红灯哦，咱今仔要讲的吼是呢，中元节过，3个生肖，互恁财运旺相，搁加旺吼。财神的吉星会庇佑呢，互恁的钱路大开啦。哦，啊，人讲呢，中元节就是呢普渡嘛，吼、哦。啊，有一种呢，人讲呢，做神啊，吼、哦，亡灵祈福下座的日子。哦，啊，所以嘛叫做7月半。哦，啊，就是旧历的7月15。吼、哦，啊，嘛有人讲呢，鬼啊节啊，吼、哦，等等安尼吼。啊，即摆呢，手上生肖吼，星座吼，运势专家伊就透露啊，3个生肖。哦，为呢8月30，哦啊到呢9月18，哦，因呢强烈的财运，冇可能哦，会地吉良缘，一定中大哦，中财会机好机会，到底是对3个生肖有安尼强烈的财运呢？咱即马就开始要甲报告啊，吼、哦，头一个生肖就是呢，小牛的啦，冇。
小牛的又搁酒饭啊呢吼，来小牛的吼，你将有迄种的绵延不断的好运气，而且你的收获是满满满，吼惊喜不断呐、啊。吼、哦，啊，工课啦、事业啦，是顺风顺水，有迄个希望哦。吼、哦，会当咧升职位，佮加薪水，财运吼真稳，吼、哦、啊，步步提升啦，安尼话，你看卖啊。啊，生肖小牛的吼、哦，特别善良，吼、哦、啊，伊嘛真有正义感，吼、哦、也仗义嘛，吼、哦、啊，会将即个好的运气带去互身躯边的人哦，吼、哦，伊真善良。真正安尼吼，真自卑啦，吼、哦，这个人啊，人讲着爱迄落自卑啊，吼、哦，啊唔通去害人啊，哎呦，怎复兴起来，怎变主宰去？无啦，无啦，我来看这祥和的一片，有无？啊，心情怎好起来？咖啡搁啉一下，好，来。有啦话啦，今咧开始咧讲尔，今咧亲历着伊内底吼，迄、哦那个意境尔吼，爱当讲带好好运气吼，互身躯边的人，啊，即、這个桃花爱情方面，我著甲阮电龙妈讲，伊要去用家己啊，你敢知影呢？桃花爱情方面，你若又搁咧说啊，你看，胃呀啦，胃呀啦，哟，胃呀吼，好来。后来，因为遐泥巴嘛吼，你有看到遐第六感生死恋，哎、啊，你就伫遐笑遐吼，暗门陀，你硬笑硬笑安尼吼，硬笑安尼嘿。来，啊，会当讲呢，单身的人吼，会当拥有机会哦吼，去熟识吼，哦，你足喜欢的对象啊，即、這个定人唔嘛，桃花咧开啊啦。哦，来，啊，会当呢，谱写出呢新的恋曲啦，安尼啊话，你甲看卖啊咧，吼、哦，来，啊有伴侣的吼，会甲伴侣吼，会感情稳定，所以吼、哦，说生肖小牛的安尼吼，为呢人讲呢，哦，即、这个九月八月三十到九月十八，好运气足好诶，吼、哦，爱甲你做恭喜哈。来哦，吼，上上牛的吼，好来说说。好来第二个生肖上土的哈，上土的好朋友吼，你吉星啦，吉星甲你庇佑，运势渐渐的进入着足好的吼，这个家境内底，事业会当蒸蒸日上。随着呢贵人星甲你降临，贵人嘛是呢无请家己来，真正的啦吼。啊，所以呢，互你的财路会当大开。资金会当大增哦，啊，恋爱运势方面哦，吼、哦，你若单挑一个，吼、哦，你有足侪机会呢，去呢熟识一寡呢新的朋友，嘛会当讲呢，趁着贵人运足强的时阵有无？拜托着呢长辈是大人吼，帮忙甲恁呢，人讲呢哦撮合，哦撮合。哦，啊，为家己呢介绍有发展的机会乱种，所以呢，上台嘛真好啊，吼、哦，啊，所以一帮啊，吼、哦，就是呢，八月三十到九月十八号，吼、哦，啊，你有贵人星甲你降临哦，吼、哦，你准做你甲提示吼、哦，人讲呢，你无请伊就家己来啦，吼、哦，伊嘛是会甲你斗三工，互你的财路大开，资金的大增。哦，爱当讲咧恋爱运嘛真好，哦，啊，伫遮咧来甲吼上头诶吼，甲恁做恭喜哦，吼做恭喜。好来，啊，即摆吼咱特别报咧最后一个生肖来，噔噔噔噔，来上拄诶吼，上拄诶我原来有哦吼，为六月起运势到咧直线，安尼上升，尤其是即个财运吼有八横，要念八啊，要念八。八分吼，八分吼，贵人来甲咱斗相助，嘛受到财神的庇佑，正财运，坏财发哈，特动啊！ Oh, yeah. 真正台湾迄条要拼落来啦哈！真正安尼吼，我就感觉我最近安尼吼，看到迄数字有无？咱就迄个感觉，迄、那个感觉有无？迄、那个感觉一一二二，一一二二，卡卡到一二二二。欸，我讲真个，我昨昏咧加片的时阵，就是一一二二，你敢知？拢未跳去别个，迄都是咧甲咱指点嘛，你敢知影？结果咱阁无落啊，真正是啊。真正是气死啦！好来好来，啊收入哦吼会大大的增加，
吼、哦，啊，这邮件簿啊内底，安尼吼会标着，这存款会标着，就是愈来愈侪意思。从此以后，清魂直上，吼、哦，讲了真好。啊，你好，台湾的迄条要拼落来，这动物园要开始啊！我甲你讲，来好，来大金栽园，吼、哦，机器当来啦，吼、哦。动啊动袂掉啦，安尼啊话要发啦要发啦安尼吼，你有感觉我后壁一道光无？有无？迄道光出来啊！迄道光有看的无？迄个教授拢出来吼，有出来好。来哦吼，建议爱好好啊把握好的机会吼，和这个财运吼会当来一路安尼往往往往到底吼，往到。较顶仔的啦，较顶仔互你讲话啦，哦，较顶仔的啦，来，哦，互你往到底，啊，讲钱钱就来，你敢知影？吼、哦，钱就来，钱钱钱就来，最后事业有成，平安幸福啦，安鸟的这兄弟的吼，甲你做恭喜，来，啊，伊顶仔我，啊，无搁卡起来，哦，阮顶仔嘛，你无搁卡起来，哦，真正伊要卡，互伊讲一下话咧，安尼吼，所以爱建议吼，爱好啊把握。吼、哦，就这三个生肖啦，吼、哦，属牛的啦，吼、哦，属兔的啦，吼、哦，属猪的，吼、哦，咱就是呢，哦，这个迄落位呢，八月三十，吼、哦，啊，到这个九月十八，吼、哦，新历的哦，吼、哦，足好诶，真正足好诶。我知影你要叫用家己呀啦，你要叫用家己呀，我著甲你讲，你要叫用家己呀，你。你了面面家白白，到了上第五二五的啦。五二五吼，毕竟525吼，得个买。有钱个，毕竟得个买有钱个。所以我最近也咧报新闻啦吼，报哪会？恁爱注意数字哦。啊，我你开出来，你开出来，我就讲哎呦，五二五啦。五二五。买有钱个。恁这样子真扯烂嘞。好，啊，你有看到我？你有看到我头壳迄道光出来啊无？看一下他刚讲我。我就讲过啊，你今仔日为了八月三十，我就甲你讲，你红鸾行动啊，你敢知影？行动啊，你敢知影？你要用家己啊，你敢知？要用家己，要去用家己啊哈？无啊，无你啊，心莫静，心莫定，安尼好唔好？啊，心莫定，吼，安尼就袂去用家己啊，安尼好唔好？不爱，不爱哦，不爱，不爱哦。你讲这大声，甲顶下吵到厝边啊嘞。二来谢谢啊，你哦，来我的顶两五嘛，你哦。我唔，我要大只，我唔爱用夹。你不爱用挂嘴吼。二安尼甲你写起来哈，二来吼，俺顶两五嘛足爽的啦，真正安尼吼。来运势咧行哈，二来谢谢啊，你吼。搁伤卡啦，卡顶啊，互咱豆豆甲你锁起来。我甲你讲，卡顶啊，叫用赶出去。好来来吼，啊，恭喜着吼，咱三个生肖啦吼，就是呢，咱上牛的好朋友，啊，上猪的好朋友，吼，啊，搁呢上兔的好朋友，甲恁做一个恭喜啦吼。啊，当然啦，咱讲呢三年一运，啊，好歹照轮，我讲安尼讲着吼，迄运势吼，咱就是安尼吼，一直咧轮转当中。哦，啊，无人哦，永远拢是好运的啦，啊嘛，无人永远拢是臭屎运的啦。我讲安尼讲对，哦，啊，所以呢，人讲呢，风水轮流转，但是有一个重点，哦，咱的生命常常咧甲咱教，哦，人讲呢，心，这个心呐，哦，这个心爱好，哦。啊，嘴吼，人讲咧讲好话吼，啊，就是存好心有无？吼，啊，做好事，咱也会当的有无？吼，咱就是咧布施，之前嘛甲大家报告吼，佛陀咧讲的布施，毋是出钱啊。吼，咱若真正做袂到，咱嘛无得较得爱出钱啊。吼，有七个布施有无？吼，看咱个眼神，莫咧杀气重重有无？吼，嘴。这嘛是种布施，讲好话，这嘛是种布施。讲到三讲，忽然过吼，人讲这大马路，这嘛是布施的一种，有无？吼、哦，伊讲咧，佛陀都有咧甲咱讲，布施无一定讲咧爱出钱。我讲安尼讲对，
吼、哦、啊，所以我就讲啊，今仔我若困哦放的时阵吼，我特别来关怀啊，我讲正经的吼，咱来关怀救寡人，我讲正经的。为什么？因为迄阵吼，阮老大吼，咱嘛是受人的恩惠啊。我讲安尼讲对，啊，咱即马做会到，咱有健康的身体，咱嘛是爱回报等于。吼、哦，我讲安尼讲对。好来，啊，今仔日吼，咱的命运的青红灯吼，甲讲到遮啦吼，爱当讲咧，逐工。吼，人讲咧，好事来，歹事走，吼，咱大家正财偏财往往来哈。好来，啊，即马咱特别个要摇奖啊咧，吼，即个时间胖，吼，感谢大家咧，实力坚强，我讲真强诶，吼，大家拢斗笑停，情意相挺，我讲真强诶，吼，来，啊，咱即马吼，奖得甲比起来啊，吼，开始啊，音乐好锐，音乐好锐，哟，两个，吼。哎、欸，啊，你那起来领，啊，准做无起来领，我嘛来甲头家参详，哦，看会当互我领袂安尼吼。好来，来，有滴个甲恁恭喜，无滴个再接哦，再厉。啊，咱拜二要抽大奖啊，吼、哦，拜二要抽大奖啊。来，啊，两支连做伙哦，啊，就这两支啊啦，吼、哦，两支连做伙哩，我来偷看一下。哦，即马这个时阵的娘娘，一定有人足紧张的。啊啊娘喂，啊娘喂，哎、欸，你蛮搞我赢的，气死啦！来哦，恭喜着黄姐哦，黄姐，哎呦，黄姐哦，哎呦，我一个黄姐，你紧卡起来哦，黄姐。啊，咱准咧捡起来哈，咱准咧捡起来。王姐，王姐哦，啊，搁有呢。阮迄落佛爷，佛爷，伊搁要卡电话起来咧啊。啊，你你也看到哦？哎呦，你有看到？你够用力，辛苦大。亚金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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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亚金妈倒掉的呢。啊！这你是安怎啦？咱是押金嘛倒的，倒的呢？押金嘛呢？哎，真哎呀，哎，真济。金宝贝，有啊，给你写起来哈。有，给你写起来。啊，我来接黄姐电话哈。好来，哦，来，黄姐，恭喜啊！谢谢啊，谢谢，感恩哦，感恩哦，哈，谢谢。来，啊，给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感恩啊，你哈。好来，好啦，啊，恭喜到呢，阮的结业金吼、哦、女士，安尼终于中了，吼、哦，啊，搁阮的黄姐啊，呢吼黄姐，好啦，啊，剩的吼，咱就是欠起来啦，吼、哦，剩的咱甲欠起来，欠起来创啥？就是初五，吼、哦，初五咱来甲抽大奖，好唔好？吼、哦。所以我甲恁抽大奖，好来，爱当讲吼，今仔真感谢哦，感谢着吼、哦，咱全国的乡亲是大，吼、哦、啊有诶吼、哦，可能有咧看，吼、哦。在台湾的某一个地方，你有在甲阮收看啊？但是呢，这个时间吼有真侪吼，咱的阿爸阿母啊，可能较未熟悉我，吼、哦、啊，所以呢，恁无卡起来互动也没有关系，吼、哦、也没有关系。啊，不过呢，希望讲吼，恁会当呢卡一个电话起来吼，啊，大家熟悉一下，吼、哦、啊，我真好斗阵啊，我讲真个，我真好斗阵。你问只阿爸阿母啊，吼、哦，我真好斗阵。吼、哦、啊，任何呢需要呢产品服务的所在，你都唔免客气，电话拢甲录入来哈。诶、啊，咱的客服专线伫遮，598-0020的电话，598-0020的电话。啊，不过伫个外关区的好朋友要记得要加06，吼、哦，爱加空那卡。开通哦，吼！啊，落线了后吼，就是服务的开始。啊，应该是吼，大家准备要困啊，然后应该准备要困啊，呢，真感恩啦，吼！真感恩大家啊，你吼，真的非常的感恩。啊，我今仔已经接真多通电话啊，吼，真的接了很多通电话。安怎啦？准备要落线，落线啊，看好你哈。哦，好，好，钓三粒呗。钓三粒无？好啦。对。我落线吼，啊，看好你哦，吼。好来，啊会当讲吼，啊会当讲吼，希望讲一个咱阿爸母啊吼，啊佮继续甲阮支持落去吼，佮继续甲阮，啊注意哦吼，风台要来啊吼，注意一下哦吼，直接来甲咱嘞哦小小的叮咛，非常的感谢。好啦，啊今仔只感谢咱阿爸母啊来甲咱做收看，感谢着阮的导播老师，感谢阮的行政小姐，最后直接代表着咱台湾艺术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您。